来报告委员会，我们继续审查预算了，协商啊，对不起，慢了几分钟哦，先给大概回拍谁？我们再来处理哦。早上还没完成的第七幕里面还有250案到257案，到257，有两个部分的，一个是推展交响乐团，那一个是魏武营的啦。来，黄国树委员。好，我来讲一下哈。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当然这现在在中部地区，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因为现在有台中国家歌剧院，那当然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单位了哈。不过台中国家歌剧院到台中来，其实我们发现呢，它必须要去做一个事情，就是在地的文化的连结。好，接地气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他来到现在，其实我们也没有看到他敦亲睦邻的事情，好像也没有很认真做啊。我觉得这个的确是要的啦，包括跟在地的政府机关、在地的团体哈。那为什么要用这个来提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呢？因为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哈，这个部分做得非常好，我们经常可以在一些政府单位哦，各个大小活动里头都可以看到国台交，无所不在啊，真的是非常好。就是它是一个很友善、很亲民的一个国家级的艺术团体，非常好哦。那我在想，可不可能我们国立台这个国台交来协助国家歌剧院，我们有一些合作的计划，你们来帮忙他们来做一些事情，好、哦，他们就像一个冷衙门，然后刘学勇他们这个国台交很亲民、很活泼，但如果两个可以结合起来，共同去推动一些计划，我相信会加成啦。我这个缘由哈、哦、想法是这个样子啦。好啊，预算我支持，好不好？啊，你们去想，你们想怎么去做这些事情，好，会一加一绝对大于二。真的会帮助非常非常多事情，没错，你们比较有经验，对，对不对？好，先生，那你底补风下，一定做搞的呢，是啊，对吧？哦，那弄几起呀？几起几起，好，几起几，去弄一些想法出来，哈、哦，会帮助国家歌。刚刚部长说他全力支持了哈、哦，本来国家歌剧院跟国台交就会有结合，当然当然当然了、哦，甚至我记得、哦、印象中我们之前还提过让国台交可以驻团、哦、在那个台中歌剧院呢。还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其实还是台中市政府的时代，还没有移拨给文化部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想到，还没有盖好之后，想到未来营运是要跟国台交合作的呢。我记得我们曾经有过那样子，对，经过这样子的构想，没错。所以我觉得在国家歌剧院的这个事情上，国台交其实可以有一些角色。跟招委报、委员报，如果当时剧院在设计规划有纳入这个想法，我觉得会非常好。但他当时没有这个，没有纳入这个规划。后来没有成型，后来没有成。因为他当时规划的时候，一开始不是以音乐厅为目标了，所以他当时没有很早就纳入。但是我们，因为他可能要调整，还要一些费一些力气，所以现在就是说，如委员所讲，就是说先促进合作。那事实上，他在试营运的第一场表演就是请国台交，是试营运期间好的第一场表演就是国台交，所以我想国台交非常应该是会非常乐意跟歌剧院密切合作。那部里面会来促成，部里面会来促成这样。对啦，恢复然后顺便行销国家歌剧院，对、啊、对、啊，因为国台交其实是不然他们要靠什么行销？在地结合，对，那他也都在国内有创造很多的这个音乐推广，让国台交变成是台湾真的国家的门面啦，应该是没有问题。我们国家的交响乐团，好，啊，你们去写一些计划哈。哎，对，部里面全力支持啦哈。好，那不知道其他委员们，如果交响乐团的这个业务大家没有意见的话，是不是我们20？对对，所以250、251、252啊，大家的提案如果通通支持的话，我们交响乐团的预算就照列。好，那我们预算照列。那魏武营筹备业务由我们柯志恩委员。跟许志杰委员、蒋乃金委员、李立芬委员来，柯志文委员 ，OK 了哈。
等一下，你慢慢来，我先宣布一下哈，这二五四高路医用委员的这个奖补助费是通案，我们就通案处理。好，来，柯委员。魏委员，大家所关切的还是有关于工程的这个部分啦，延宕的这个问题。那我记得像是那个部长好像特别有说要实质上面来对这样的一个工程上面做出一个比较具体的，我不敢说承诺，那个完成的这个部分。那我还是想了解说到目前为止到底是如何，我想大家比较关切的。好，报告委员，这个魏委员工程是有一些改善了哈。那我请是主任还是主任先，还是要次长说明？好，主任先说哈。谢谢柯委员对我们魏武营的这个关注。那么我们目前的工绩呢，是在上一次跟委员报告之后，我们做了全面的盘点。那么目前呢，我们虽然有重新检讨工绩，但是我们还是工程团队全力赶工。目前的总进度已经到达98%。好，那今年呢，有两个标可以报竣。好，那其他重要的一些这个机械设备，我们会全力来让厂商在明年十月全部完成。对，明年十月是确定可以。是。明年十月，好，说出来了，明年十月。明年十月了哈。在报行政院。报，已经报行政院，明年十月了，好，要完工哈。OK， 好。那柯委员应该就没有意见了。那李立芬委员，委员是竣工啊，竣工对了，因为工程，因为我们这边编列是工，我们一定是要先掌握这个工程进度啊，明年十月好来。我这边只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整个要去注意到儿童跟老人的一个安全。那之前有来说明说会注意哈，所以这部分也就不冻结了哈，就照列。好，谢谢。那我们253、255、256、257等委员都支持哈，所以我们的预算就照列。那刚刚有宣布254哦，那一个案子是通案，就通案处理。好，那接下来我们审第八目文化交流的业务。来，我看一下哈。来，我们文化交流业务有01跟02哈，那我258跟柯委员的259是总的预算数，等一下再回来处理。那我们先谈01哦，01我们从260到264。260到264文化交流全球布局策略推展计划。刚刚早上吴志扬委员一直在提醒说，我们这个全球布局行动方案哦，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说明哈？那这个完整的说明是不是可以请文化部把散布编列在各个司处的这个全球布局行动方案，做一个完整的书面报告给本委会的各委员？好不好？可以。好了。好，那我们01向下全球布局策略推展计划，我们动1/10。好。1/10。书面报告。10/1，1700多万。没有吧？你那是全部，我是说全部哎。全部那个等一下再回来处理，我现在讲01啦，01这个全球布局的策略推展计划1亿7615万3000元，先动就是动1/10啦哈。那补刚刚我讲的完整的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可好？好，书面啦，好不好？啊，书面写好看一，不是写好看，写具体一点，不怎么布局嘛。光想这个要怎么布局？完整具体哈。好，那接下来02国际与两岸区域的布局计划，02有我们265到268，这个都差不多啦，一样嘛，一样了，好不好？一样了，十分之一了，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好不好？柯委员 ，OK 好，没问题，好。那我们02哦，1亿4662万8000元整的这个预算数，我们冻结1/10，书面报告。然后我们刚刚的258、259总的预算，那当然就是1/10哈，好不好？就看如刚刚的处理了啊、哦，就刚刚的处理啊，嗯，来，我们非营业特种基金。国立历史博物馆，
是。播音非营业第九幕。第九幕，第九幕。对。哦，下午就坏了。这个史博馆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了哈。江委员嘛，只有江委员的提案啦、啊。那不在现场，你帮他问一下啦，何委员。你有跟他沟通过了吗？他说好了。哦，好，那好、啊，那江委员没有问题的话，那沟通好，那就支持这个预算照列。好，来，我们各位，我们来处理主决议哦。主决议的部分哦，如果文化部可以谨遵办理的哈、哦，我就念过啊。如果有文字修正的，我们再提出来哈、哦。我现在得到的讯息，请各位看一下，270271两岸的主决议是照案通过。来，请文化部准备一下好不好？这个我就直接建议，是不是我可以直接建议？来，文化部，你们有没有给各个委员所有的主决议的这个有吗？柯委员，主决议有没有给？不需要，我就知道没有人跟我讲什么。对呀、啊，我刚刚一直提醒你们要跟那个预算书提案里面有没有去个别拜访委员吗？270是陈学胜委员，他 OK 啊，对不对？现在是在270吗？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不是柯委员的，是你就一派，他就说不是啊，部长，对，我上次有提醒文化部了哈，就是这些委员的提案的主决议应该一个一个去跟委员沟通，然后有文字修正的部分我拿出来谈，如果可以照案通过的，我们就直接处理。对对，所以现在是要主案处理。来270，来，没有，现在才要，所以我要询问招委，现在是不是主案？好，来270，现在才要主案确认，柯委员。事先就先来讲了，到这个就可以全部就在这边嘛。没关系啊，也都是主案，有沟通过还是要主，是不是也是？我们部长他盯紧呐，嘿，他盯紧了。我就遵是那个招委的这个决定，因为像这个。来来来，我们270啊，陈学胜委员。报告委员，因为有一些这个主决议都是有跟委员沟通哈，那有修正文字有经委员同意的。那部长，我跟你讲，那有文字要修正的，我们再拿出来谈。那我现在我得到你们给我的资讯哦，资料哈，委员同意的来270，陈学胜委员那一案就照案通过。哦，这个是委员还没有表示同意，但是要请委员，就是说他是一个月，能不能改三个月？那其余同意的，我们就不在这边处理。又不是这个样子。那不对啊，那你们文化部为什么会跟议事人员讲说 OK 嘞？来休息5分钟，你们弄清楚。你们就很早以前就提醒你们了，你们在搞什么事啊？没有你有没有跟柯来？我先弄清楚，有没有人去找柯委员，就他的主决议的提案去跟他沟通？有吗？可是柯委员说没有啊。例如272没有吧？那是谁？业务单位。主任有，我们有，像272，他整个主持的东西呢，那个什么修复文字修正我没有拿到啊。有没有给？我们就确认一下。你每个委员，我想保温这边要谁啊？柯委员是272嘛？272这边我看到是说有跟你们的办公室。我现在先休息5分钟，先搞清楚啊。先给柯委员确认一下啊。就是红色的部分就是有跟我有关的，那他还有一些没有，我们像我们之前就像那样，对，那所以现在就是没有写 OK 的，是不是我们要去确认？对，对呀、啊，问题是他现在说他没有拿到啊，现在就只剩他给委员给我办理看到吗？没有啊，这边没有 OK。
上面没有写 OK 啊，怎么一回事？那是我写的，那是我们自己整理的啦。对，因为我给你是不是到招委的？因为我给招委的，有的是 OK 的。你们早上给我这个位置嘛？你的是不是到招委的？来，我先说明了，现在是休息时间哈，不列入记录了哈。我之前好几天前就提点你们哈，如果要让议事处理顺利而且又有效率，我就有提醒你们要把每个委员所提出的主决议要去跟提案的委员去沟通，沟通完如果能够照案通过就谨遵办理，如果不能通过要做文字上的修正，也要把文字上的修正跟委员沟通，然后让委员知道说你们可能会建议如何修正。有沟通有同意就有，没有同意就没有，再沟通也是没有，我们没有，所以没有同意就不会再去强迫我们接受，没有提出来在这边讨论看我们接不接受。是，我觉得我们以前的模式就是你有文字上的修正，你先告诉我们同意就完全不用在这，没有对呀、啊，有就没有嘛，就一直坚持没有嘛，没有啊。其他的我的这个我这边有显示的是都有。你我先搞清楚，现在是休息时间哦，没有列入会议记录哦，你们到底有没有去找？找柯志恩委员谈主决议的内容。应该是有。哈？对不起，你没有给我东西。你连东西都没有给他。文字修正，主任也没有拿到，就是百分之百错。我们先把责任厘清好不好？你们来跟我沟通，并没有沟通到文字修正哦。OK。完全没有。那你如果说每个委员都有，那为什么不漏我这个部分？没有文字上说的完全没有看到，没有完全看过啊，我的主任没有看到过。不是你们去沟通，不是这个主决议的文字修正。哦，是，那就是有沟通，但是可能柯委我不确定，是吧？我跟柯委确认一下。不是，主任说他你们主决议里面的文字修正他没有拿到。OK， 我们是确认这件事情是没有拿到。前面沟通说我们很多在那边预算有送过去吗？对，没有。部长，现在这样子，完全没有做文字修正啊。有修正再怎样？因为你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有啊，你们有做有一些修正啊，但是你没有去给委员看过啊。是不是我们在意，不是现在是你会先给我。我现在手上就没有任何东西，我这边怎么改我也都不知道啊。修正版本，各委员没有。我完全没看，都没有啊，也没有看到文字版本，还是都没有要改，都同意啊。没有，他没有表示同意，不是，所以我不能代为回答说这样表示同意。所以你的部分，你们业务单位的责任吗？有的是有同意的，我有同意。对，那为什么没来跟我讲呢？应该都有嘛，我没有，可能是没有，我要怎么讲？我没有，没有做到，没有做文章上，没有把建议版本给柯委员。那是不是我们先补印，好不好？给柯委员的部分，赶快先补印出来。来，现在赶快再去拿柯委员的部分，补印一份给柯委员，那整份给柯委员，建议文字给柯委员，然后我们再开始，好不好？那叫给结婚的，那议事人员叫结婚的，你看一下啦。尊重啊，要业务单位要跟柯委员回结啦。我并不是说你给我，我没有看到，我知道了。看到，先让柯委员先看，先让柯委员看了，先让柯委员看。我继续休息，下没有关系。先去看，先让柯委员看。对啦，我的部分 OK 啊，有的说车啊，不好问题。对啊，这个大家都很少沟通的。只有少数，没关系，我都可以。一向都尊重，但是车子有的是处理起的。对，我也觉得比较好。我们算是应该是跑得很勤的，可能有漏掉啊。跟我早上的我请他们再印过好了。对啊，没关系啊，再印一下。但是给招委的是正最 final， 就是说所谓 final 是说有确定的。招委的是我早上的。没有，有给你的办公室，就是给您的只有那个委员有答应的修正版才有过。那这个我们知道，就是都是跟委员沟通。因为啊，我知道了啦。
我知道为什么，时间差在哪里？我知道，不是，我知道为什么是会漏掉，是这样子。委员有答应的修正版，我们有给，就是，但委员没有答应的，我是怕说不尊重委员，所以没有把它印出来。他是说他们就是这样。是不是因为柯委员因为没有得到？我知道了，可能是我知道，因为柯委员蛮理性的，那应该是这样，也没有看过 ，OK， 应该就这样子。那我了解了，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说有委员有答应的修正文字，我们有提供。那因为委员没有答应的，我们就不敢把我们。有没有答应也要让我看到，我完全没有看过这个文字，不会有答应不答应这件事情。发生的，我就从来没有看过。我从来，如果说我从来没看到，我怎么去答应不答应？不是，他是说他没看过，他连看都没看过，有可能没看过。是我柯委员，我的意思是这样，有可能就是说，因为去沟通的时候没有得到委员办公室的同意，所以他们不敢直接改，把它印出来。因为我们有提醒同仁不能够擅自更改委员的提案，一定要委员有答应。那我自己先改了。那现在这个是要给我参，给我们参考，拿出来在这边讲。对。啊，如果能够事先，那就直接先给你看这样子，我请他去印。他少一个程序了。对。这是我们建议的版本。这是建议说我可以提出来的。我可以在这边否决吗？可以啊，因为就是因为说我又没有同意，我不敢让大家印出来。好，这样你清楚了 ，OK 哦。啊，就问一下科员部分一样一样对不对？对啊，委员的就让我看清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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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一样一样啊，来，按你。你说你客户儿子在哪？好。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哦。主决议的部分哦，270271，原则上应该没问题吧？这是定案哦。来，是一个月，接下来就比较赶，因为遇到休会了，是不是？最少3个月，好不好？所以陈学圣委员270那一案文字修正为3个月。因为一个月就。那陈学圣委员有去沟通过吗？有哈，好，那我们270就修正通过，一个月改3个月。来，271柯政委员，没有同意的。对不起，270陈学圣委员并没有说同意，就这边是不是对？就是要问委员会。那他现在不在，谁跟他联署啊？蒋乃馨跟就要看我在场的委员都不在，都不在不需要。吴志扬跟蒋乃馨也不在现场，那就修正通过了，哎，通过。就像委员说，他刚刚没有人跟他沟通嘛，这样子。我知道你的模式是这样的，但是他不同意了，他不见了，我让也不要同意，他不见了，他不见了。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模式哈，我们讲清楚好不好？我们过去啊哈，通常主决议的部分，我们会事先提醒你们，把各个委员的主决议呢，都能够去一一的拜访每一个委员，征求他们的同意。那征求他们同意，如果不用做文字修正的部分，那就这样子 ，OK。那如果说呢，你们有建议要修正文字，也要把你们的版本事先拿给委员，让委员知道，那大家来讨论协商。那如果委员同意你们修正文字的版本，那也 OK。那如果不同意，我们再来委员会上可以做更详实的讨论跟协商。报告赵伟第一点就是我跟赵伟报告，就是说同仁有去沟通，那如果有疏漏的，我们很抱歉啊，就是说有些可能没有。这个约到时间哈，或者是等等哈，没有去报告。但是我想同仁大部分我们都有报告。那有报告的话，有修正文字的部分，有委员有同意的，里面有几案是好几案是委员都有同意修正哈。那有同意修正，早上有先给招委一份啊。那其他有一些修正意见，同仁没有委员没有同意的，原则上我是请同仁就不要尽量不要修改委员的提案啊。也就是说委员没有同意要修正的，我们尽量就不要
修改委员的提案，但是我们在这边提出来讨论，看委员能不能同意这样子。对，那可能柯志恩委员的部分，可能就是有疏漏，很多委员是很好沟通的啦。只要你有来沟通，要接受你们建议的修正文字，都通常会支持啊。柯委员的办公室是后来在联络上，后来就有疏漏了，所以很抱歉啊。我在这里啊，你早上多讲啊，我人就在这里啊。你问早上我从昨天跟早上一直在跟你们讲主决议的事情。来，我们来270哦，因为陈学圣委员并没有同意哦这个文化部的一个文字修正啊哈，所以呢我们还是照陈学圣委员的提案哦哈，就照案通过哈，就不修正文字，就还是一个月哈。来，我们271柯志恩委员，271。没问题，好，那就照案通过。来，272，这个是有柯委员说我们没有去事先沟通，我想遵办，好不好？就照你的文字，对，照案通，因为没有事先跟委员。柯委员，你272，我们就遵办。好，我觉得这个意义都一样嘛，只是你们不希望。在里面有一些什么？好，那没关系，那就照案通过了啦。没关系，那就照案通过，那 OK 了。没问题。好，来273，对，我拿到了资料，273、274、2同意嘛？哈，273照案通过，来274，274是不是建议委员能够改书面报告？然后三个月。你没有，我们没有274，因为274你告诉我们是 OK 耶，照案通过嘞，没有人跟我讲说要改啊。是啊。你们自己给我们的资料跟给部长的资料是不一样的啊。并没有啊。你给我们委员的跟给部长的不一样哦。没有。委员没有同意，所以我们是现在建议说，是不是书面跟三个月？那我现在就要部长，我就要跟你理清楚，因为你给我们的跟你手上拿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对出来的274是你们照案通过。这也是这个也是你们文化部给我们的啊。我这边也是照案通过。这个也都是照案通过啦。你们没有同意，所以现场不是没有。不是啦，你没有同意的事，好不好？有可能，他们说明一下。你们业务单位到底有没有针对这个提案啊？有。就是说，我们给那个招委这个部分是跟委员办公室有沟通过，然后委员办公室有做同意。那有可能某些案子是有联系上的问题，所以没有同意。那刚才部长所讲的这个案子，他本身，那还有另外一种案子是委员就是拒绝不同意的。那部长可能提一下说，在今天这个案子有没有。那以我来的274是我来。对，那部长，我也没有同意。您没有是没有同意，所以现在就是没有看，干嘛？好了，我也没有看了，我也没有看到了。现在只交给办公室，主任说要跟我报告。没有，没有。妈，你们真的这些业务单位哈，整理组决议的这个，我从昨天就一直提醒你们，今天早上也提醒你们，然后包括我们进行的方式，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们不要陷部长于不义哦，不是部长的问题哦，我一直提醒你们，你们今天给我的，跟你们给部长的就不一样哦。部长，你这是你给我的。对呀。我们拿的是你们给我们的啊。我觉得文化部的问题，他们研究过的头，啊，以至于版本会乱掉。版本跟我们的版本不一样。部长，你们幕僚的说可以，好了，那现在照这个重来，是不是给他用这一份会比较好？因为其他部会也有到现场改的吧？不是，他们现在是部长手头上的资料，跟人家给的时候，现在对呀、啊，你们给的。你们今天早上给的还不一样哎，是不是你用这一份会比较正确？因为这是最后给我们。这个是刚刚中午才给我们的哦。这就是委员说。274
在哪？哦，所以他这一份是已经同意改的委员的版本，对啊，所以没有改的委员他就是照这个啦，虽然这样也没有错。这个怎么写 OK？ 没有啊，不是二七四，这里没有二七四啊，对啊，所以啊你画 OK， 那就不是，那我往里去扯啊啦，就没有二七四 OK 的问题啊。没有列在里面，我觉得认为来来来，来二七，啥呀？就是照案通过。来来来来来，我们来。没有，来来来，我们理清楚了。来，我们理清楚，我们就一案一案，好不好？那我们刚刚议事人员自己也写错了，好，这个我们自己要弄清楚哦。好吧，一案一案。来，一案一案来，来二七四来，请文化部建议。是不是建议书面报告，然后三个月？因为接下来一个月要休会。好，谢谢。好，那就照文字修正通过来二七五。一样也是三个月，其余我们文字都尊重委员。那你要给他写 OK。好，三个月。不是啊，因为我是照这一份。对啊，我们认为是，因为你们没有。二七五就照文字修正通过。是 OK， 一定是有修正文字委员同意的才是 OK 啊。来二七六。二七六，有要改吗？二七六 OK。二七六，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二七七，高金素梅委员的提案，他不在现场，没关系。如果文化部，会，对不起，这个汇编改成汇整。汇整好。因为这个不能单独有一个预算书，所以就是说汇整原住民族文化资产保存法预算。好。没有编跟书，就编跟书改掉，然后专案改书面报告。好，那就照文字修正通过。一个月。三个月。三个月哈，一个月改三个月，还有会专案拿掉改书面哦，然后会诊改会编，好，好，然后二七八。二七八一样，这是已经三个月了，我们就不改，因为蒋委员要求不改。好，那就照案通过。您三个月说不改。照案通过，照案通过，来二七九。279一个月一样改三个月，但是要看蒋委员，应该蒋委员是有同意。对，刚刚对，才改三个月。OK， 好，那就照修正通过。好，来280一样，就是改三个月。那蒋委员改三个月 OK 吗？两个月要休会。奶公他没有跟你沟通过，对不对？因为两个月要休会。280，没有沟通了，现在才沟通，因为这个他刚签之前没有答应的。现在问奶公一点，对，好，这几个可以。好，那就照文字修正通过哦，280。谢谢。好，来281。281遵照办理。281，那就照案通过。来282。一样是不是改三个月？好，那我们就照修正通过。好。283。283遵照办理，也是因为三个月书面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有改吗？283。283同意，蒋委员是说同意。同意修改三个月了哈，好。OK， 好，那就修正通过。283是修正通过的，284也是蒋委员同意改三个月。好，那就修正通过来。285蒋委员的也是，是不是可以请改三个月？蒋委员还没有表达意见之前，可能在这一节里面了，都在那里面。285可以了，因为一二个月就碰到休会了，所以就是建议。OK， 好，那就照修正通过。那286也是改三个月。好，那就照修正通过。来287，谢谢。287是巧慧的。287苏委员的，文化部应设定逐年降低奖补助费比例，是不是可以建议改评估资源配置？可以，我们同意。文化部这有沟通过。其实287好，287同意，对。OK， 修正通过。好，提出书面报告。好，就照文字调整修正通过。可以。来288。288也是请改书面报告，可以。那好，那三个月，改六个月，苏委员同意。好，那就照文字调整修正通过来。289，建议改书面报告，可以同意。好，那就修正通过。290，通
290，是不是改书面报告？然后你是多久？6个月。嗯，没关系了哈，好，好，六个月，然后改书面报告。六个月比较像了，好了、哦，好，好，那就照文字调整修正通过来291。苏委员也是改书面报告，是不是可以同意？可以同意。好，谢谢，那就是照修正通过来292。遵照办理。照案通过。对。293。293这部分就请部长先念，先说明一下啦。好，293其实就是293跟296稍微有一点。我想原则上精神我都认同，我们遵照办理。好，那就照了原来的文字吗？对对，遵照办理。照案通过。好，好，我们尽量不修改委员的意志了。好，就是在可执行的。我们部长当过立委，他知道的，立委的主决议不容许行政单位这样片面式的修改、啊、所以就是说柯委员那个误差就在于说，可能我有一个这样的原则，给同仁尽量不要改太多，所以就没有送。对，很抱歉，抱歉。好，那但是好，来294。好，但294有一点想修改，就请教苏委员，因为这个是电影法已经有13条了，它是要是电影片映演业应建制，因为法律现在现行条文就是电影片映演业，而不是影视局建制。好，就是电影片映演业应建制电脑票房系统。啊，未能提供业界参考资讯，文化部这个后面，然后建制公具公信力之电影票房机制，是不是这样的修改是符合电影法？是按照现行的法条吗？对，现行法条是刻以映演业要建构系统。好，那就照 我一个口头报告，就是说我们这几天就上路了。有部长，对对，这两天有听您的透明化就上路，这两天就会上路。好，那就修正通过方案了。好，295，295也是请于，就是要遵照办理，遵照办理。照案通过，来提出书面报告就可以，好不好？好，好，书面报告可以。有改吗？它就是加书面两个字。那就要修正通过，来295是修正通过，来296遵照办理。照案通过，来297遵照办理。照案通过，298提书面报告。那修正通过，299提书面报告。修正通过。300遵照办理。照案通过。301的书面报告。那就照文字调整修正通过。302书面报告。那就修正通过。303提书面报告。乔慧 OK 吗？可以可以。好，那就修正通过。304遵照办理。照案通过。305书面报告。3个月同意。好，那就修正通过。来306。306请建请改3个月。同意。改3个月修正通过。307请改书面报告。同意。那修正通过。308是不是能够改6个月？谢谢。好，这个也同意了。好，那就调整修正通过。我帮文化部说一下啦，因为这个部分其实他们有来沟通，所以我这边是 OK 的。好，那309，309李立芬委员。遵照办理。好，那就照案通过。310遵照办理。照案通过。311书面报告。好，修正通过。312书面报告。修正通过。313遵照办理。照案通过。314书面报告。修正通过。315改书面报告。好，那就修正通过。三个月抱歉，改书面报告，改3个月。好，那修正通过。316这个也是3个月书面报告。修正通过。317有文字修改。最后三行能不能改成协助国内外拍片需求与花东地区在地资源进行连结，以发挥在地优势？陈学圣委员不在现场，联署的委员有联署。317317来，蒋委员。317来，我等你。他是希望修正部分文字啦。他们没有，因为花东，因为据我了解是这样，我跟委员说明啊，因为花莲的这个是民间的投资案，他现在是已经有一个民间的投资案在进行，那我们政府可以协助他，就是整个在资源连结跟我们的配套一起连结。那因为他的原提案是希望我们促进地方政府来设立影视基地，那这个跟他原来在进行的是比较方向不一样的。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去请花莲县政府去设影视基地，反而会对它造成竞合。所以就是说我可以改成协助国内外拍片需求与花东地区在地资源进行连接，以发挥在地优势。就是软体营运的部分，我们好来协助。好，那就修正通过。来三一八，是不是建议三个月书面报告？好，黄国树委员不在现场，有没有沟通？有，好，那三一八也修正通过，三一九。公告删除。对，公告两个字删除。黄委员同意。好，那三一九修正通过。要给陈学正委员一份，他应该人在现场。刚刚那个花东那个还是跟陈。三一七案去跟陈学正委员沟通一下哈。谢谢。好。然后三一九黄国书委员同意了，有修正意见，黄国书委员同意。好，修正通过三二零，也黄委员也同意。好，那修正通过三二一，六个月黄委员同意。好，那个三一七去请谁去跟郑天祥委员沟通？影视司长。好，好，那三一七案，请我们文化部相关单位去跟这个郑天才委员也沟通一下哈，还有陈学正委员。三二一，修正通过，对不对？对，有讲了嘛，对不对？对对。来三二二，也是六个月，黄委员同意。好，修正通过。三二三，三二三有一个修正文字，黄委员刚有同意哦，就是倒数第二行，协助国家表演艺术中心推广业务及相关地方行销事宜。倒数第三行，将部辖之国台交协助国家表演艺术中心推广业务及相关地方行销事宜，并向立法院交由文化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三二三，那就修正通过。来三二四，请改一年。张廖委员同有去沟通吗？不用改，不用改，遵照办理。不用改，好，那就照案通过。三二五，三五。遵照办理，照案通过。三二六，遵照办理，照案通过。三二七，有修改意见，张廖委员有同意。好，那就修正通过。三二八，不改，遵照办理啊。好，照案通过。三二九，遵照办理，照案通过。三三零，遵照办理，照案通过。三三一，书面报告。那就修正通过。好，谢谢。三三二，三三二，三个月书面报告。那高路委员 OK 吗？他在现场。好，谢谢。OK， 谢谢。好，那就修正通过。三三三，三个月书面报告。好，可以。好，修正通过。三三四，有修正文字给高路委员，不知道委员同不同意。好，那就修正通过啊。好，三三五，遵照办理，照案通过。三三六，有修正建议是协助桃园推动动漫产业及相关活动。最后一案，对，吴委员是没有同意，但是看是不是提请委员会讨论。那我们联署的有我们柯政委员跟陈学政委员、贾乃馨委员都在现场了哈啊，因为主提案人吴志扬委员不在现场，那是不是请蒋委员要不要先帮他就最后一行处理？最后一行，请文化部协助桃园推动动漫产业及相关活动。因为主轴还是要桃园市政府提出来了，文化部是协助了。因为我们办号基地虽然设在，没有，他是不同意的，他没有表达，他没有说不同意，我们没有争，还没有争取到他的同意。吴志扬说 OK 啊，他说 OK， 你们党团说 OK， OK， 那就修正通过。好，来三三七，这个有跟吴思瑶委员提出修正意见，你看，修正通过。好，三三八，请改，可不可以改书面？好，修正通过。三三九，一样，六个月书面。好，修正通过。三四零，也是三个月书面。那改三个月书面哈，修正通过。三四一。三四一是不是可以建请委员，就是让我们修改建文化部依105年10月26日与各出版工协会研商决议，针对公共出借权订公阅月版图、公阅版图书售价等议题可行性深入评估，并于完成后向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好，
无事啊，委员接受，那就修正通过三四二。三个月书面报告，谢谢。改三个月书面报告修正通过三四三。书面报告改书面报告修正通过三四四。三个月书面报告改三个月书面报告修正通过三四五。三个月书面报告。OK 啦，好，是要好，那就 修正通过三四六。书面报告改书面报告。三个月。三个月书面报告修正通过，来三四七。有一个修正文字，吴委员是不是？好好，那倒数第三行那个盘点那里删掉哦，就是跨部位合作让设计导入长明，于三个月提出书面报告。好，照文字修正通过三四八。二七零两分钟好不好？刚刚一个月先改三个月。先改三个月。好，二七零可以 ，OK 了哈。感谢。好，二七零就一个月改三个月，文字修正通过二七零。四个月。好，好，三四八，三四八委员同意四个月书面报告，他需要。好，三四八也修正了，改四个月。四个月书面了哈，报告修正通过哈，三四九。三个月书面报告。改三个月书面报告修正通过三五零。是不是测案？测案。好，三五零。吴思耀委员同意测案三五一。书面报告。改书面报告。对。三个月。三个月。修正通过三五二。三个月书面报告改三个月书面报告修正通过三五三。三个月书面报告改三个月书面报告修正通过三五四。一样，三个月书面报告改三个月书面报告修正通过三五五。三个月书面报告改三个月书面报告修正通过三五六。是不是可以把行政责任四个字删除，然后两个月改三个月？好，那就照文字修正通过，来三五七。三个月书面报告。好，修正通过三五八。遵照办理。主席，我这边不好意思插队一下，我刚刚沟通过了哈，好，我同意了，二九三和二九六这两个案子改书面报告了。二九三及二九六，对，本来是都是照案通过了，全部都。那刚刚有再一次沟通了，可以加书面两个字。哎，对，好，二九三及二九六，苏巧慧委员等同意改书面报告修正通过。我们刚刚到哪里了？三五九。三五九，书面三个月书面报告改三个月书面报告修正通过，来三六零。关系要同意，书面报告。改二零一六，请改。应该写错了，应该是二零一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提送书面报告。好，那就照文字修正通过，来三六一。好，请提出书面报告，谢谢。三六一。三六一改书面报告修正通过三六二改书面报告改书面报告修正通过三六三三个月书面报告改三个月书面报告三六二也是改三个月啊书面报告修正通过，他刚刚已经讲了，就二零一七啊，对啊，他已经有改啦。来三六三也是改三个月书面报告吗？好，修正通过三六四。书面报告改书面报告修正通过三六五，遵照办理，照案通过三，没有了三六五了，照案通过嘛哈。好，主决议到这里处理完毕，来我们来文资局。好，抱歉，赵薇没了，因为可能送资料没有讲清楚那个什么是什么。你们要跟议事人员讲一下啦。对啦，他有点误会，以为说没有给就都 OK， 是相反，没有给的是还要处理的，就是讲了这些撸丁金反而又 对啦，越尊重就反而越那个，因为就尊重说没有委员同意的不敢给，就出问题。来，他们没有跟你讲清楚了。因为就没有送的是不行，他们就告诉我就是这个，没，但是他没讲没有的是什么。我公前策啦。好，来文资局，来税入也，来看这个会诊提案的这个明细哦，
在二十六页，那文资局的税入并没有，你们先找一下税那个预算书。部长，你刚刚您手上那一份给我，那有一些书，但是我没有照，我有。他没有照哦。三个月。你们回去听录音呐、啊。但是我没有照。好，几个月那个。好，你都知道哈。好。修改文字。可是我还有后面没处理完，等一下了。好，大家把文资局的预算书找出来哈。我们在税入的部分，委员并没有提案哦。来给部长一下相关的资料，嘿，在后面。刚刚主决议的完了之后的隔夜，嘿，隔夜。我有。税入的部分没有委员提案，所以我们税入的部分都照例哈。来，税出的部分，我们先看第一幕，一般行政。部长帮我找一下这个在哪里。一般行政366到368有吴志扬、高路委员、苏巧慧委员。然后呢，高路委员跟苏巧慧委员的这个奖补助费都是通案，就通案处理哈。那就只有吴志扬委员的这一案哦，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哦。就比照文化部的这个部分的决议是，对吧 ？OK， 那就十分之一。就是临时人员那个嘛。对。文化部做什么样的决议，他这边就是。好。好，那乃公建议哦，这个文化部针对临时人员啊，哈啊，昨天做什么样的决议？那今天在我们文资局一般行政，吴志扬委员这个提案，这个预算项下就做同样的决议。忘掉了，我就说明一下。好，我这是我要动三分之一了。是。就是昨天文化部的那个临时人员，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决议？临时人员。不。我的那个决议一致性，因为文化部是一致性的。可是昨天，对不起，我叫议事人，那议事人员找出来的哈。昨天呢、啊，他是动3000万，然后减列100万啊，可是他们全部也才2000多万啊。我们昨天不是动比例问题啦。原则啦，预算没有这样子出的，是原则啦。是在我们很少。而且我们是有包袱，因为我们这是那个那我可不可以请求蒋委员同意哦，不要减的也不要动，但是呢，原则要照昨天省文化部有关临时人员这个派遣人力的一个委员的意见，做一个完整的书面检讨报告。就文化部，反正把文资局的部分包含在文化部，你们一起先来就好。可以啊，可以。另外处理了啦。对不另外处理预算呐、啊。可以啊。检讨啦。对。检讨了啊。那检讨报告。对，我的那个动迁案报告怎么布的？是的。来了，对了，好了。是。好。那我们对文资局的这一项预算，我们支持哈，不冻结不减列啊、哦，就照列。那也请文化部在相关的这个临时人员派遣人力的一个通案的检讨里面，要把文资局的这一个人力的一个检讨也要纳入报告里面。哈、哦，好，谢谢。来第二幕，来文化资产业务哦，文化资产业务我们的。369370371是总的预算数，我们等一下再回过头来处理。我们先处理细项哦，01372到375是01的部分。372到375，01文化资产维护管理及再利用计划1,214,900整。我这个案子最重要的就是说，很多都认定为古迹、文化景观、保存历史建物，可是都没有去做维护的工作，然后让它风吹雨打，让它损坏。那文资局你怎么去督导地方文化局，要给予协助落实文资的保存？对。我这个咨询的不是你这个很多是没有做的，可是我到外面去看也还是很多啊。
我那天咨询的时候还不是把照片放出来过，给你看这个已经列入历史建物了，结果还是变成这样子，对不对？在我的选区里面就有好几个。你看我那天提的那个焕明新村，咨询完了到现在也没有任何动静，对不对？只有个别的文史工作人员跑去看一看之外，他代表他个人的研究之外，台北市也没有处理，文字局也没有处理，真的那个坏的都很可惜啊，那要怎么处理？所以我说冻结50000万，你提出。是在做吗？是不是请局长跟委员局长再说明一下？就是说，他们现在有新的这个做法，都要持续上路了，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看到成效，请局长说明一下。谢谢部长，文思局说明哦。实际上，因为现在的各县市政府，包括我们文思局的人力都一直不足，那文思局一直在做行政指导，编了一些书，那也编了一些奖励来辅导。但是我们觉得这部就像委员所讲的，效果不彰，所以我们现在是补助每一个县市政府去找一个专区服务中心，找一个学校来协助他们做管理维护，由我们补助他们，因为我们现在文思局。在中央的话，有找个5个分区，那我们觉得应该落实在每一个县市政府里面。所以每一个县市政府，我们希望我们协助他们，补助他们经费，成立一个小分区，有这个小分区来督导他们。经费就在这个里面吗？是啊，是管理委员，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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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那个古迹或者历史建物的所有人，根本就没有善尽保管的责任嘛。对不对？依文字法是应该要他们去处理嘛，是吧？啊，所以对不对，那文字法也是你在处理、你执行的嘛，是啊，对不对？对不对？你不讲别的嘛，台大、师大，对不对？国防部，对对对，好多，对不对？我们现在有，我刚刚讲过，焕明新村就是台湾科大，是啊是啊、台科大的，对的，交给台科大的。现在我们有就让它风吹一打，通通坏掉。有一个平台，现在要请各部会编的预算。那我们这一次修法，在文字法第8条里面有修法，那我们可以国定古迹的部分，文化部可以补助到40%，那非国定古迹的部分，我们可以保。那个补助到30%，所以我们这个奖励鼓励来各县市来编的预算。那实际上我们在行政院也开会了，那个政委也有指示，都优先由各部会要来编内这个管理维护跟修复。主席，我想节省时间的话，冻结1/4专案报告。好，书面报告啦，书面报告了。书面报告他送完以后就没有动作了，专案报告他。来，我们请部长再简短再说明一下。因为我上次咨询到现在，我知道讲的那几个案子放在那这个文字法哦，蒋委员，文字法我是非常感谢，就是说各位委员在我还是立委的时候，大家大力通过新版文字法。那其实大家对文字法了解真的不够啊，所以我们现在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次长跟局长这边，我们已经组成，就是说促要要求各地方政府成立这个，我们提出文资防灾守护方案了。嗯，我们希望鼓励地方政府在既有文化局之下成立专业的这个文资服务中心。好，然后呢，加强平时的管理，那引入这个要建构这个防灾准备系统哈的一个体系，然后要引入科技防灾工具的科技，串联警消、警政等等单位，那先建构这个防守护方案。那藉由建构守护方案的过程呢，我们要强化就是说，依现行文资法是所有机关。他要去负起管理责任，那他要去编列预算，那过去大家都不编了，啊，那所以呢，局这边会补助，相对补助，哈，你出一部分经费，我们补助你一部分，大家一起来管理，但是主要责任我们还要依文字法要求各所有机关来负起责任。那另外我们也跟行政院协调，未来请行政院来，以政策面指导各所有机关啊，必须要负起文资的这个责任啊，啊，所以我们已经有逐步一步步在强化对于这些公有文资哈的相关的这些管理啊，所以我想一段时间会看到成果，但是我跟委员真的请命，就是说不要专案报告，因为为什么书面报告不要冻结那么多1/5书面报告，对，委员因为是这样，他们预算成长相当高，那人力是没有成长哈，业务所以那文资都需要抢时间去做，所以就是说请委员能够多给文资局鼓励，谢谢。专案报告改书面报告1/5，书面了，啊，动1/5书面报告了，1/5可以了，他赶快把送过来不就好了？对啦，你赶快把书面报告赶快送过来啦。
如果不落实，五分之一啦。明年预算，明年预算我就真的就是。不要。我们等一下，我现在先说。才两千万呢，才动这两千万呢，其实。对啊，蒋委员他动的其实不多啦。我动了五千万，现在只动两千万，你还。对啦，五分。还要紧张。蒋委员的提案他动五分之一书面报告了。太少的话，再我就动五千万了。二到三七六，两百万就好了。我们都在线，还是蒋委员，我们可以。我们就是要相对补助他。阿曼，这个不是你的，那个吧。一千五百万，那动一千五百万书面报告了，好好好。谢谢委员。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处理哦，零二哦，有文化资产多元永续发展计划，有三七六、三七七、三七八。来，那个蒋委员有提案，我也有提案哦，是不是请那个文化部先说明一下？我动很少啦，八亿多，只动四千万。三七六、三七七、三七八三案，文化资产多元有序发展计划预算数八亿五千三百二十万。实际上，我们可以提供给各位委员，我们有关于这个将士的部分。我想这一部分就像刚何委员所讲的部分，实际上我们的传统匠师的部分，目前我们已经进行了传统匠师的项目，三七六跟三七八嘛，那三七六到三七八，对，是，那实际上委员非常关心的就是我们传统匠师的部分，那现在目前我们就有传统匠师的资格有662位，就。上次何委员所提的那一部分，实际上这有包括三大部分，一个就是我们文化部认定的重要保存者，也就是人间国宝有12位。那第二款的部分，也就是属于我们台闽地区，当时那个内政部所属的是305位，后来我们是中央主管机关文化部所指定的有将近有345位。我想我们提供给各位委员的资料里面的第二页这一部分。那实际上我们现在目前在处理的有关于传统匠师这部分，我们也做了一个人才培育的一个训练的、很重要。是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我想我们在保存技术者这一部分，我们已经在做分级了。那现在目前我们去那个核定那个保存匠师的部分，都按照这个计划来做。所以目前我想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好一个机制来处理。简单说明一下。我们之前有很多其他的委员了哈，在有发现了几个案例，里面都是古迹修复修的不成原形了哈，甚至跟它的原貌好像差异还蛮大的。而他们当初在招标的这个过程里面，主持那个修复工程的都是你们所谓具有这个专家专业有资格的人，但是还是可以修得乱七八糟。这个东西是不是请文化部可以去，好好的去检讨一下了，好不好？好，好，来蒋委员，你们有关人才培育的部分，你们是怎么做的？像譬如遴选补助大专院校办理人才培育计划，我们的你们是怎么做？文资学院那一部分。文字学那部分，这不有给委员，你们都去找政，给正式给部长这个东西啊，不是不是，我现在把一些成果给各位，实际上我们现在，所以他们去工，我们现在是组成了一个文资学院，虚拟的，然后从前两年就开始了，然后又跟各个学校来合作，由学校里面开课程，有关于文化资产保存管理维护的课程，那由他们提出来，那我们来协助他们开课程，选修的学生我们可以补助他学分费，有补助他学分费，那现在已经进行2年了，成果非常好，而且将近有差不多20几个学校来配合，现在好像有8000多位了，现在目前是8000多位了。你这个有没有给委员，给蒋委员有哈？像譬如哈，现在很多文化资产的东西，像古迹修复，是，在你修复期间有学生在旁边看吗？现在部分有，现在大部分是没有，大部分是没有。说实在的，我这个部分，我以前有建议过哈。是，像譬如。我们可以跟学校合作，有关
我学那个修文资的方面的学生，你们在修整修古迹的时候，在现场的时候，他可以在旁边看呐、啊，可以，对不对？或者甚至可以，甚至可以把他对在见习嘛，也可以算作学分，你要跟学校合作嘛，对不对？甚至可以你在修复过程，学生也可以把它整个做用摄影把它整个录下来呀、啊，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课程啊。现在我们修对对没有到现场见习的学生看影片也可以去做一个某种程度好那这部分我觉得我们是应该要多培养一些这些人才的、这方面的这个事情、是这才是落地生根否则的话到时候你看这些几个大师级的一个个没有的时候到时候你修补的人都没有了现在是我们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刚刚委员都讲实际上这一步我们是没有全部实施现在就是比较大的国定古迹有日式宿舍包括严家岗故居啊，是有私家这一部分我们有要求营造厂在修护屋顶或者怎样从日本找来的时候我们要叫他们开班像铁道部在办修护的时候也有叫他们开班、啊、把学生跟匠师一起找来观摩见习这一个第二个我们现在在文史学院里有一个产学合作的部分但这个是刚发展出来现在还没有成型那这一部分那现在刚刚所谈的传统匠师这一部分我们也在做这个是营科大在帮忙我们在做拟定一个机制那这一部分的话我想我们可能会更要求的更广面的来要求学生来参加这一部分我想我们可以照委员的意见这样说实话我提的这么多案子基本上就是第一个你真正要把文资好好保存第二个怎么样子把人才培育能够传承下去是这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接着、我就说在我这几天我都没看到的我想建议的像以前建议的像这个是很多文资系的学生跟我建议不老师跟我建议的就是说我想这你如果政府在修复古迹的时候你可以跟我们学校配合我们可以把学生带到现场去观摩、去见习去对不对甚至还有一些摄影学摄影的学生可以把整个古迹的修复的时候把它变成微电影可以跟教育部合作啦对不对然后让学生可以从电影上面可以看得到就是没有到现场去的他也可以从电影上看到这个古迹是怎么可以修复的对不对这是一个教材嘛是对这很好对对这个可是文化部都没有做对不对那你这次有8亿多的预算呢你今天你光这一项就有8亿多的预算的02就有8亿多对了对就怎么结合吧好不好是你要你准备怎么结合你用书面给我好十分之一我书面可以动少一点不要动了十分之一来我提案动4000万啊真的是书面资料可以给委员这没有问题我想我们会未来要具体的措施我也可以提供给委员这样因为现在我们这些文资的预算大部分都落实在地方政府了这部分啊好不好不要动因为我想我们是实行预算里面我们非常努力的动少一点、啊、这样动少一点8亿5000万动4000万那我就动了个5000万8亿不动它8亿5000万提到那个各地如果设立文资专业服务中心我们很多人才都有就业他都可以去就用他的专业才能发挥好3000万好动3000万了哈补一个回了3000万3000动3000万了哈提书面报告那书面报告要纳入我刚刚的提问哈还有那个蒋委员所关心跟教育功能的结合啊跟教育部的一个跨部会的平台这是可以去建立的哦来376到378我们就动3000万加书面报告来再来是高路移用委员03这个水下的资产活化发展来、对对对这个部分就是有关于考古遗址现地保存的这个计划、那有关于遗址的部分呢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就是考古学者啊都会认为就是现地保存是他们最优先会考量的可是我们往往在看就是工程遇到遗址第57条的时候我们在选择就是维护的措施往往都是用这个进行抢救挖掘那导致就是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考古遗址都没有办法被好好的保存我在这里是希望就是文资局能够针对文化资产保存法施行细则第15条之一对于遗址的这个部分应该要采取这个优先
考量，用法定的方式优先考量，就是以这个现地保存为优先，这样可以吗？可以，我们现在朝这个方向来做。这样现在没错。那我就少动一点，他就说 OK 了，就不要动了啦，好不好？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认为这个问题啦，这是不的政策，是什么时候会提出来？我们在执法修法完了以后，我们就提出来。那你把修法跟配套通通写一个书面报告给高路委员，好不好？好，给本委员会啊，不要动了啦，好不好？好，那就预算支持照列，谢谢。376，谢谢高路委员的支持了哈。那完整的书面报告，给本委员会跟吉哥给高路委员哦。那我们预算就支持照列。来，接下来04哦，蒋乃馨委员，文化资产跨域发展计划。十一样，对对对。好，不再讲，那就支持了哈。哎，是，谢谢了啊，谢谢蒋委员支持。那这个预算就照列。来，接下来05哦，台湾文化生活品牌国际化哈，台中文创园区有381、382、383。那你讲那几个哈？对，好。文创师有什么？有几个在校园？对对对，一样文创师的，我们是负责文创园区里面的。对对对对，那上刚刚讲过，那这个预算就支持照列了哈。好，马上安排。那这个预算05的部分就支持照列。来，接着是那个你，对对啦，他们在文创园区啦，名字也长，对对对啦对啦。好，接着是06哈，文化资产保存调查与智慧场域的计划，这蒋乃馨委员有提案哦。没有吧？这个。委员以为他没有核定，实际上这个是科技计划已经核定的，那是我们文资局特别认真跟科技部要了两笔经费来做。好了，科技部的要来的啦。我们为了配合部长的政策，文化科技，所以我们特别去跟他们。384，哎，384。三八四，哎，那个智慧场域。你是一连续型计划，一年的计划。这科技部是连续型计划，但是我这个是一年的。你这是一年的，嘿嘿，它其中一个子计划了。我要到，我就跟科技部要到钱。好，那蒋委员支持，那这一笔预算550万就照列。来，接下来是07哦，铁道博物馆有385到388。全部都给我耶。来，请各位。有苏巧慧委员、张廖万坚委员、吴志扬委员、蒋乃馨委员，来，苏巧慧委员。好了，我这边哦，其实这个是业务费的土地租金啊。那其实这边已经文资局这边有来说明哦，其实蛮完整，所以对租金的部分我就不再就没有太大的疑问呐哈。那我可以支持。不过你的说明我想到反而是让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铁道博物馆嘛，我们是要设立铁道博物馆。好，我们有没有筹备处？我们的筹备处的期程和细目是什么？这部分可不可以未来也有一个书面的说明？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好，谢谢。那蒋乃馨委员，张廖委员，我想我也是啦，看到说明之后，我也可以支持啦，因为那是一个当时是一个十年度的65亿的一个计算，那的那个预算哈，那行政院已经核定了嘛，哈，确定已经核定了，前几天核定了嘛，哈，所以核定的话。这个蛮重要的啦，我的意见跟乔慧委员一样，我们希望有一个统筹单位，因为他那个预算高达长十年的计划期程，60几亿，又要跟交通部、要行政院要协调，所以我认为那个要有一个专属，就不能玩哈，好玩哈，好，我们都很关心啦哈，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一个计划哈，谢谢。是报告赵伟登委员啊，这有关台北机场案哈，要规划国家铁道博物馆，行政院已经核定。是，好，所以行政院已经核定了，那是恳请委员能够支持我们的这个预算的编列。对，我记得我稍微翻了一下，你们将来的门票有250块一张啊？没有，这个还没有讨论，还没有。不，因为你是财务计划上面写的，虽然我没有常看，我翻了一下。未来我们要完整的。啊，真的营运单位出来的话，会有人呢？故宫都没有250块啊，你这边要250块，谁会？你自偿性多少？自偿率多少？60%。然后全票250块，半票150块。是不是？对吗？我看你那个报告。7亿。
你十年以后也不可能啊。你那个铁道博物馆250块钱一张全票，学会去看吧。故宫多面250块，你这边要250块，比故宫还要贵。来来，局长，局长，你麦克风回答一下那个委员，嘿。跟委员报告。因为现在我们编的十年的计划65亿嘛，那国发会要求我们市场率这个要30%嘛，啊，所以我们在规划说未来十年完成以后，那未来财务规划我们初步是估250块的门票，那我们觉得如果都我们照这个计划来实施的话，因为它那有17公顷，而且台北机场现在是属于亚洲最完整的一个铁道博物馆，我们都去看过，他们日本人啊外国人来看的觉得都非常棒，啊，所以我们在十年内如果说能够把这个计划完成的话，250块的票价我是觉得是没有问题啦，啊，现在我们是先把我们现在急着要做的就是希望从台铁局那边我们把那个园区交给我们，因为现在还在他们那边，因为我们预算也没过，计划才刚过而已，那核定还来过，所以我们现在预算今天过以后，我们就跟台铁局来签合约，那请他们移给我们，那我们要先做管理，然后我们前期的准备，分期的整修，分期的开放，我们从这个角度，那我们希望在三年内有具体的一个成果出来，这样子我们现在是朝这样子。因为啊，说实在的，你这个博物馆依照博物馆法，也是教育的社教，对不对？典藏展示教育，所以你一张门票250块，你怎么能够达到这个教育的功能？根本就没有人去嘛。另外呢，那你说正常率30%你达不到，也是市场绝对是不可能做得到。那你将来怎么办？因为你市场率是要有将来有你的营运的收入去来去填补嘛，那你现在做不到，那你将来还怎么营运呢？会不会影响到你营运的方向和绩效，对不对？那另外还有就是土地的问题，现在是这段时间一开始是免费嘛，对，可是后段呢怎么去处理去啊？不要，他的意思是说现在，那什么叫做合作推动？什么叫做合作推动？来来，让部长来做政策上的回应。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因为这个一下去就是几十亿，基本上方向我支持，啊，做铁道博物馆我也支持，可是支持之下，我们也要想想看未来我们怎么。好，我跟委员来报告。我知道委员都非常关心台北机场案，因为大家都一起去考察哈。那我们是经过好几次跟交通部还有行政院政务委员主持的协调会，那我们就是最终双方有共识啊。那双方有共识就是前三年文化部编列租金的预算来给这个台铁啊，然后来启动修复，因为前三年都在修复规划期间哈。那但是之后呢就进入共同合作推动，所以就原则上没有这个土地取得的问题，因为是合作共同推动，是两个部会一起合作共同推动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是有信心两个部分行政院也同意，因为他这个核定函就是同意照办，行政院同意照我们两个部会的协调的这个结果。那因为我跟委员也分析为什么交通部他们的这个跟文化部有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我跟委员特别报告，其实全世界的这个铁路交通事业单位都了解到，铁道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其实也是一个文化财。对，所以其实很多国家铁道博物馆是经营的非常的成功创造很多话题，因为它所展示的不是只有技术史，还有所有的技艺、铁道的文学、铁道的故事，那甚至它还结合很多观光文化艺术的发展，所以它是经营的非常成功，包括欧洲也是那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信心说，以台湾的铁道文化的丰富性我们是可以能够来规划这样一个铁道博物馆。那所以我想交通部跟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就是说其实
实对交通部而言，它能够一起推动对交通部铁路局是好的，因为它只是一个企业的一个升级转型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面的事情。那两个部会后续合作推动。那至于这些门票都是出估啦，都是出估，所以自偿率也跟委员有报告说，其实国发会有给文化部的弹性哈。那但是我们会思考怎么样让它整个营运可以永续，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会善尽这个责任。那请各位委员支持好不好？这个预算。我说实在的哈，我觉得文化部啊，当然还有教育部委会跟他讲，对于这些自偿30%，社交单位自偿30%，一定要求一定要跟行政院严重的反映。你绝对不能是做表面上的一个工作嘛，好，这弄一个30%自偿率，然后把这个烂摊子丢到后面去，等到真正营运的时候，你根本达不到30%，对，对不对？你想250块钱一张门票，谁会去？没有人去嘛。你将来全门票100块钱，刚开始100块钱你都不多，多会嫌多，我跟你讲。对。对不对？那你怎么可能250块呢？是这个要检讨。所以在这个情况就要务实，要调整。你合作核定一个计划，尤其是这么大的一个计划，60几亿的计划，你的自偿率30%是做不到的话，那你自偿率就应该要下降。是。好。那财务从哪里调拨？你自己核定的时候，你要去考虑到这个问题，不能把这个计划先推出来了以后，将来以后的事情再去处理去。这是不负责任的事情。是是，就像台南美术馆自偿率30%，也根本是做不到的事。除非你要做到，就是什么，做营业嘛，做商场嘛，做旅馆嘛，谁有可能呢？对，不可能。对，所以当时空总为什么，我当时空总那个国发会做公听会的时候，有那么多的部分要拿出来做商场。做旅馆，反对，当地居民全部反对啊。对，你这个是哪里是创新基地？你根本就是在做商业行为。是，所以为什么我也是说，这个我们那个实验室，在规划定案之前一定要跟居民沟通一下，因为居民之前已经有了那个刻板印象，你要一定要改变他，让他了解不是那种状况，那民众才会接受，否则民众一定会抗争。 好，谢谢蒋委员，蒋委员的提点要记得。这个部分主席我们做一个主决议。 好，就有关自偿率30%，有关社教单位的这个自偿率不可以定得这么的死哦，僵化哦，这个我们可以麻烦帮忙写一个主决议哦，等一下来处理哦。那我们是不是请各位委员就支持这个预算7亿8070万元，那预算就照例。好，谢谢。那接下来389跟390391，来我们看这个文资局的主决议。389陈学圣委员的。好，蛋姐。来问一下陈委员。来，在陈委员回应之前，我是不是宣告一下，刚刚360至371的总的预算的处理，就如我们的细项预算的处理一样，好不好，各位 ？OK， 好。哦，这一点我是跟部长要特别建议一下哦。现在有些私有建筑物，历史建筑物，他们愿意配合我们做一些修复，那这中间有时候还涉及到他们各房之间要达成共识，很不容易。那像我们桃园有一个案子，那是我们桃园的光点，叫圆谷本铺，我们中央给了他4000万的补助，但是照规定他要出10%就要负担400万，他已经没有做什么营业行为，但是还要再去负担400万，这对他来讲是一种变相的惩处。所以想是这边建议文资局跟部长，是不是他如果接受我们这样的一个修复计划，那如果他没办法负担自付款这一部分，但是我们可以相对要求他一些其他配合公众服务的一些条件的话，我们是不是在给予他这一块做指引？不然你补助他越多，相对的就造成他相对的更大的困难点。这就有点像一把青，这个曹瑞也拿到我们6000万的这个补助款，他自己还要再去自筹6000万，他筹不到6000万，等于6000万都没有了。所以这一点是不是部长这一块可以去努力看看一下？努力啦。好，报告委员，
这个他这好像是行政院的规定，不过我们也很愿意去研议跟争取。对，我有跟局长有建议过，好不好？好不好？拟定一些相定的。来自于行政院，他统一，他不是针对文资，他是统一对于地方补助的一个。对，我就觉得这一块规定，我们文资这块要拉出来，因为它是，因为它变成一个历史建筑或古迹以后，已经限制它的用途。对，那万一他又愿意做一些公众的配合，我们就文资的部分，我们提出来跟行政院争取研议，好不好？好不好 ？OK， 好，谢谢。那是不是给我们3个月？因为原来1个月就休会了。好不好？谢谢。好，那就照文字修正通过。来，390，张廖委员的提案。这是6个月可以吗？我那个哈、哦，倒数1、2、3、4哈、哦，且本案到未尽合理那一段可以删除了，然后直接就请你们就那个比例哈、哦，大家跟我们讲说明一下就好了。主要是不要，可以了，书面就可以了，书面就可以。好，谢谢张廖委员。好，那就照张廖委员他同意的哈文字调整修正通过。好，391苏乔慧委员的提案，遵照办理。好，那就照案通过。来，再进入那个影视局的预算审查哈，我们还有昨天的2个主决议，我念一下哈，请在昨天我们在审预算的时候，主决议哦，公共电视内容产制与运用计划已奉行政院105年八月九号院台科字第10500294425号函核定，计划总经费22亿元，执行期间为2016年至2019年，为健全我国公共电视之发展，行政院应于本案执行期间，在不排挤文化部预算之前提下，依核定总数额实核与文化部，以利公共电视依计划制播优质多元之电视节目。这个依据昨天大家的共识哦提出的主决议哦，那我们就照案通过。好，我们遵照办理。好，来还有一个主决议哦，央广具有13种语言之节目制播优势，应善用该优势，提供该台包括东南亚语言在内的优质节目于国内广播服务，包括新住民、外籍人士的听众。源于设置条例赋予法源前，请文化部协助协调与国内公营电台合作播出。好，我们遵照办理。好的，遵照办理。好，那我们各委员支持，这个就照案通过。来，接下来是影视局。影视局的税入的部分有2案哦，2案都是许志杰委员的提案，许志杰委员不在现场，我们是不是就同意照列？好，那预算照列。来，接着我们影视局流行音乐产业局的税出的第一幕一般行政有2案，黄国书委员及苏巧慧委员。这个三节慰问金是通案，是不是要通案处理？然后394是黄国书委员不在现场，是不是请联署的委员支持预算照列？好，那一般行政就预算照列。来，第二幕哦，电影事业辅导哦，电影事业辅导396这个是总的预算哦，我们等一下再来处理哦。那从397到405都是01电影产业发展旗舰计划，请大家提问。来，苏巧慧啊，还是高露先哈，高露委员。我想这个部分很多人都有提案哦，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看这个电影事业的辅导，我们国片的部分的这个市占率是越来越低，然后到去年是
最低的，这真的有检讨的必要啦。我在检讨。对，这真的有检讨的必要。检讨中。好，部长有回应说在全力检讨中来。我们是真的是520到现在每一天都在思考，我们也很多政策都要即将上路了，但是我想会需要一些时间了哈，就说产质量的整个提升会需要一些时间，就是请支持我们影视局的预算。影视局有啊，我排过嘛，也需要他们检讨之后再来排一次专案报告。冻结，然后专案报告。好，那我是不是请求各位委员支持？来，苏乔慧委员。没有，我就是支持，因为刚刚这个部长说这个票房的部分，就是12月底就已经要出来了嘛，已经有决议了。其实这几天，对啊，12月中了，我就是表示支持。我们12月中。这个透明化就会上路，然后那个资讯的这个准确性是月底的改善方案会提出来，哦，所以这个是都有如期在做，然后扩大影视投资明年初就会上路，哦，那当然辅导金有增编预算，辅导金的部分都有增加预算，然后协助拓展通路的部分，电视电影同步在努力中，哦，但是这些需要一些时间，恳请委员支持。这就国片实体院线也在，那我是不是征求各位同意，我们冻结1/10专案报告，把这个部长之前所宣示的有关这个检讨啦，还有制度啦的重建等等哦，这个都来做一次专案报告，好不好？10/10，好。好，冻结1/10专案报告。好，你是多少的1/10？那个5亿007,000啊。辅导金啊，就是补助的机制，他要检讨嘛，他要改变嘛，请他来专案报告啊。好，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你看，不好意思，我觉得来柯委员，你看从396开始到下来，我觉得应该是冻结1/5了，不应该冻结10/10了。专案报告了。专案报告啊，柯委员，这部分我要帮电影从业人讲话一下，我知道我没有少了，不要再动了，一定。好了，冻结1/10，冻结10%，因为你看每一个各党派每个人冻结，大家看一下。你看我好，黄国书多棒，他也减列2000万，特别一定要把他提出来。所以我叫他不要来了，我叫他这个不要提出来啊，多好！你看看，哎，各位，许志杰也2亿，不行，我这样对这个各位支持，全力支持。不是，你看许志杰中央片就冻结1亿耶，你看这共识性多高。没有，刚才许志杰跟黄国书跟我讲说他们支持预算。没有，那我们的周伟也5000万了，各位。对，就冻结1/10、啊，对不对？所以说，啊，所以这个部分，黄国书的。对对对，我们加列他，他是这个里面最负责认真的，一定要让他的某一个地方实现一下。我说要特别要我帮他讲这个话，我说我答应他加入联署。哎，柯委员，你要支持我的冻结5000万，我也可以 OK 耶，嘿。真的，我觉得。你看你们其他三位委员都这么样子的，觉得这有必要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啊？我对那个部长在回应哈，电影的这个我很满意啦。好啦，我说有，所以我们1/10啦，1/10大部分大概就5000万啊，专案报告。还有那个部长啊，你专案报告的时候啊，拜托一下，去跟行政院先沟通一下，他答应给你的钱，会不会如数的统统给你？像比如电影25亿，我这个我先问，对不对？框列25亿5000万，对，他会不会到时候如期给你？因为在第一期的影视音流行音乐多没有，甚至还只给到一半就结束了，所以你这次这一期的旗舰计划，他是不是会如数的给你？如果如数给你，你要怎么做？如果不给你的话，你会怎么做？主席，好吧。主席，我专案报告的时候一并说出来，好不好？好，主席，因为啊，我在主席，我再忘掉了哈，因为虽然没有强化了，头痛才不浓度太高，对不起，昏昏的。那个有关电影中心的那个补助的那个，我们之前那个是怎么做决议的？电影中心在转制化了，所以我们对让他可以去帮。对，我记得那个地方没有出，前面就造裂，那几个都造裂了，是吧？都造裂了，好，都造裂了。好，那主席，我这边是408案这边哈，是因为跟刚刚提到的这个全球布局的行动方案这边有关系。那我这边是不是也可以请全球布局方案里面就影视音产业的检讨报告这边，未来就是早上有说全球布局的时候要有报告嘛？那影视音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一并纳入？有，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好，来，我们刚刚，刚刚哦，就是影视音的部分也要在。
全球布局的检讨报告中要有国际布局的部分。尹世英，我们因为没有含在全球布局，我们另外加一个报告。好，好，谢谢部长。在国际通路的部分，所以406、407跟408哈，这个部分是大家支持预算照列。好了。因为黄国书不在现场，吴志扬委员不在现场啊、哦。那苏侨会委员刚刚有接受，部长同意哦，就是要把这个全球布局的这个方案里面纳入这个尹世英哦的部分。这部分照列了。好，所以这个部分的预算就照列。来，接下来我们处理03哦，许志杰委员，他不在现场了哈、哦。03主要就对那个电影基金会嘛，就是对啊，有跟许志杰委员沟通了吗？金马奖说明过，对，就是到中国大陆的两岸的交流的部分，好，相关的这个电影基金会等等的一些交流部分，好，有沟通就好。那我们是不是支持这个预算哦？409252万照例哦。那再来04哦，电影片分级审议及电影事业管理，许志杰也不在现场哦，那我们预算就支持照列。05是蒋乃馨委员的提案，有关国产纪录片国际交流，来蒋委员。对 ，OK 了，好，支持。有法制化已经开始。定位到底是什么？行政有昨天有。行政法人啊，已经在处理了哦，所以蒋委员也支持哦，同意这个文化部哦。我是之前就讲的，对，这个电影中心已经在法制化了，然后要朝行政法人设置来努力哦。那蒋委员的提案，这个1500万元就支持预算照列。接下来06是黄国书委员跟蒋乃馨委员哦。06推动电影产业应用数位特效加值内容。数位特效啦。对啊，这是新的嘛？这是新的计划。所以你在预算上面什么都没什么写的不清。你要不要口头简历要说明一下来？说明一下好不好？四项是国内的优。报告各位委员，就是有关于这个部分，主要是106开始一个新的计划。那这里头主要是有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协助我们现在的电影里头怎么样能够透过数位特效来加值，让它的内容基本上是更丰富跟多元。另外一个部分，我们是要协助国内的特效业者能够做国际接单，所以我们会分为这两个部分。那因为这特效是什么？补助业者做特效，对，国际接单一部分会国际接单，一部分是电影的丰富度的问题。来，陈学圣委员，他说他好久没讲话了，但是你也不要讲太久哦。没有，老师给他鼓励了。这个局长你知道吗？那个有一个好莱坞的一个特效公司数字王国，它实际上也在台湾已经有后制的厂，知道吗？有，你知道吗？一个在内湖，一个在桃园。那你有没有办法利用这个管道进入好莱坞的特效？你不要自己闷着头在做，好不好？我是特别跟你提醒，事实上台湾他们已经发现到台湾的产业有这个能力在，所以好莱坞已经跟我们之间有连接，你不能自己摸着做，好不好？你讲这是非常非常的准确，就是说，其实台湾的这个视效特效人才是有优势的，包括李安导演非常称赞我们的这个视效，所以他也觉得为什么台湾可以发展整个影视服务的生态系，就不是只是说基地，其实包含整个后制啊这些。因为他们已经在内湖跟桃园已经在做后制，很低调在做。对，那我希望局长能够掌握那个产业动态，好不好？我们司局都有这个相关的联系。好吧，我预算会支持，好不好？我一直瞪着你看着你，希望你支持。他们在测试我们懂不懂的 sense。 对啊，这个特效这个人才的培训跟产业链的建立已经有基础了，在台湾已经有基础了。不是，我们现在给工作人员的这些薪资太低了，留不住人。对，留不住人，很多人在这边训练完就去上海去工作了。是哦，这个是现实的环境。这个我们文化部要加油。我有一点拜托部长了，你是不是把台湾这几家有做特效的这些公司做成一个小联盟，然后一起到海外去接单，不要他个别去做这个事情哦，好不好？这一点我好，来苏侨会委员跟那个柯志恩委员，
好了，柯委员先好了。对，我承接上刚刚那个部分啊，因为其实有一些影视的这个所谓的民间的这个所谓的业者也曾经跟我们提过啊，就是因为我们台湾的特效做得非常的好，然后呢已经算是就是我同就是说它其实可以很多到外销过去，也就是因为是这样子，所以现在目前有非常多的场景，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影视基地有没有成立的一个必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部分来说，因为特效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有很多东西都可以用后面的 key in 的方式，你几乎要什么样的场景都可以做得到。所以很多电影人士都特别提到，就是因为有很多特效已经达到这样的层面了，可是我们台湾目前还花费非常多的钱在盖很多的影剧或者做所谓的影城或什么什么东西，这跟我们很多的接轨上面是有一个落差的。所以我只是提醒，或许你们在这一块要特别的去做，不要做那么硬体然后就圈地然后来盖这个东西。像目前这已经是落伍了，特效可以做得很好，你看任何大家都看过嘛，那个婚纱你更不用到一个地方去，它后面就马上可以要你任何要的这个东西都可以。当大家已经把特效已经发展到这个层面的时候，那个部分的影剧里面，这纯粹是业界的一种说法，所以我们这个落差不要太大，好不好？这只是承袭刚刚那个部分，而且人也都可以拍得很美很美，是身材也可以很好。是不是有必要还要再去做回应到最低的那么多的影剧中心？全台湾有，我们那时候条例出来有那么多，是不是有这个的必要？我觉得还要跟这个趋势稍微做一个连结。好，谢谢柯委员提醒。然后那个侨会委员跟司药委员。好，我就对特效的这个部分当然是非常的支持哦，但是我现在不好意思，我要岔题回一个这个徐志杰委员的410案这个电影分级的部分。但是他的预算我是支持的，只是因为我在这个主决议441这边也有提出来，那我就要必须趁这个机会让部长和次长这边表示一个态度哦，就是我们现在的电影分级制度哦其实是比较僵化的，所以它产生的问题有第一个是说在这个商业片这边，其实它有评审的费用很低，所以大家不愿意去出席，然后所以审议的过程很冗长，也没有一个可以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所以这个审级比较僵化一些，这个部分是一个。但另外一个比较麻烦的部分哦，也是可以思考，应该很容易改变的，是关于影展片的分级部分。因为我们现在台湾今天这两天讨论很多了，我们有非常多的影展，可是影展的片子因为它不一定有上映，所以影展片的分级是变成是每个影展自己去做认定，所以同一部片在不同的影展可能需要有很多次的被审定，那这就是一个浪费，而且甚至有可能是因为在不同的影展，所以同一部片会有不同的分级，那这当然更是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可以改变的状况，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建请文化部哦？这个我有做成主决议了，那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检讨？局长，关于影展片的这个部分，因为是明定在电影法第十条，影展的部分要另外由我们来依照规定来做限制，所以这个可能不是我们目前可以调整，可能要回到修法的这个部分，因为它是在法律里头明定的。那文化部有没有态度啊？对，基本上是这样，因为影展的这部分，因为我目前在执行上是依照它的这个在法律上面的规定，那因为影展之所以每一次都送来分级，涉及到它每一个授权给它的这个版权单位，它也许只授权在这一次影展的一次播出，但是刚刚委员提到的部分就是说分级上我们会给委员告诉他前一个影展他的分级，让他尽量能够一致化，我们会把参考分级是提供给委员做参考，这份可以做改善。但是就是刚刚委员提到那个期间，可能因为我们回到版权的他的被授权，就他原先单位授权给他放映的期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放宽，让他可以期间是放大的，这可能会违反他当初的授权的条件。白希，这个问题我觉得还可以再细致讨论，那我是做成主决议，那希望文化部可以讨论这个问题。我想次长也部长都是专家，对这个部分其实还可以就细就讨论，那今天不用在这里做时间。好，不要浪费。好，我就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分级制度是因为电影法刻意文化部这个责任啊，所以他就必须要来处理这个分级啊。那当然委员期待说那个审议是能够更是共识或者说深入讨论，这个部分我想没有问题，我们会其实是有讨论，但就是说会请委员在能够深入讨论，然后有需要复审的都会请当事人能够尽量也来参与。 好，谢谢。那我们这个预算就支持照列，好不好？好，谢谢各位委员。接着第三幕广播电视事业的辅导，来等一下414哦，这个是整个预算的部分，先保留哦。可以发表一下。好，可以啊，可以啊。太好了，
我们应该要支持415黄国书委员的减列5000万，冻结1/2，应该强烈的支持他。对，你看他完全跟我一样，你看，而且我还是整块的减列5000，他只有在01就减列5000万，这个一定要好好的支持他一下啊、哦。我想这个最主要的问题哈、哦，就是那个执行率的部分嘛，因为也是我们这个报告当中哦，这可能要做出一个说明。你们的旗舰计划里面，审计部认为你们执行率只有78.23%，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而且你们在一般行政里面所编列的这个预算当中，其实你们整个的预算，你们第一期的旗舰计划就是大幅缩减59.13%嘛，但是你们又编了这么多，那到底是为什么？我想这个东西都很需要做一个处理了，好不好？那这个整个的预算上，我觉得合理度应该好，我需要一个详细的说明，好不好？好，等一下，还是为了表示我的善意哈，我416案我就不提了，好，不提了，我就转支持黄国书的案子。黄国书已经羞愧到不敢出席在现场了，因为我觉得真的，他写的是真的，他对这个方面真的是比我们深入，所以我很佩服他。所以我觉得应该用他的这个提案来讨论，好不好？说实在的，电视为什么电视里面有关补助的部分为什么撤案率这么多？这个应该要检讨啊！为什么？那是因为他当时提案是随便提的，然后我们随便审的，然后他实际发生的不对了，然后就撤案了呢？还是在怎么样情况下，他撤案率为什么会这么高？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部分呢、啊，应该要考量一下，而且电视的部分啊，虽然大体上跟让我讲完吧，虽然跟电影有雷同，可是基本上电视的性质跟电影还是不太一样嘛。所以今天我们面临到我们电视，说实在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很多次了，对不对？我们自制率一直在下降，没有人要自制。我们现在打开电视，你看里面的这个电视剧几乎都是外国的，我们新的台湾自己新的电视剧很少很少，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对不对？因为这个旗舰计划不是第一期，不是刚开始做嘛，对不对？到现在已经8年了啦，8年了，为什么还会变成这样子？到底问题在哪里？真的，我是觉得应该要好好的检讨一下，而并不是说我今天编了那么多钱去补助给人家，然后人家补助呢拿到补助费以后又不要了，那没有任何意义嘛。所以如果是10%的那个撤案的话，你想想看，5亿多的10%就是差不多将近1亿的了，对不对？那你这个撤案的这个率这么高的话，你这个1亿摆到哪里去？又到时候又缴库去了，对不对？还是滚到下一年度还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要针对我们电视产业的部分，如何推动国内多多制作电视剧，这个部分我们来考量，还要再加上 OTT 的问题，我们要怎么办？好，谢谢蒋委员。那柯委员，对不起，等一下哈、哦，我们刚刚第二幕那个电影事业辅导那个396，你的提案总的预算就如我们刚刚的细项处理，好不好？对，没有问题。但我当时怎么出，反正就是跟有关电影。对，电影发展。这个 OK， 我特别报告一下柯委员。来，再回到电视。好，是不是？来，报告一下，刚刚有提到那个执行率跟那个撤案的问题哈，是不是？好，就是要不要？我想简单说一下，就是说，因为先前可能补助的这个比例哈，那他电视台自付的这个经费的比例相对高，他做不到，所以他撤案了。所以这个明年的补助要点已经做了检讨了，要请在这个提案的时候，请电视台要说明他的整个需求跟规划。那我们会请委员统整的考量，哈，今年哈有沟通，所以明年我们会注意这个情况哈，那让整个计划是可执行的情况，就是说补助的比例我们会有一个衡平的考量，好，那这个稍微集中资源，让有一些计划这个是不是也跟像刚刚一样专案报告了，足够的支持、然后可执行。我觉得这个有关电视产业的部分，绝对也需要像电也是需要一个专案报告了，因为台湾的电视过去也就是一个这么亚洲里面真的号称第一的，我们都是输出来帮大家来辅导韩国、辅导哪里去做
泰国来去做这个部分，那怎么到现在为止我们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惨剧？我觉得商业的价值其实大家最需要考量。那我们现在只是如何把这个环境把它建制好，而不是只有在一些补助，因为我们永远补助不完了，我们永远补助不完，这还是要把这个群众的这个收视的东西带回来嘛。那你看看现在越来越惨，像都是政论节目，连一个什么综艺节目都看不到了。那我觉得一定有一些的方式，但我同意这完全是商业性的一个环境。我比较希望说专案报告里面是说我们到底整体里面对于整个这个环境的赔这个环境的这个运作建构到底是如何。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部分里面包括我们现在有这么多本土的三立这个东西做得很好啊，可是现在你看也都要裁员啊，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很整体性的问题。我们是用个专案报告然后着重一些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 我们第三步就整体讨论了，好不好？来，苏巧慧委员。那既然是这样整体的话，那我就加进去了，要报告不管是书面还是专案就一起啦，因为是整体。我的是419和420，一个是有没有多在鼓励的这个发展的部分，有没有是多元的不同类型的剧码这样子的部分，这当然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部有你们第一次的报告已经都有说了哈，有。好，那就是继续嘛哈。那第二个部分延伸出来就是那个 OTT， 我们在补助的部分，那 OTT 这种新形态的有没有也能够发展，这当然也是中间的一环。然后再来的话呢，在书面报告当中呢有写到的就是说我们会去开发新兴的市场，那当然因为限于一面这样子的篇幅，所以我们就当然希望有更多的报告，所以就是提出书面报告再进步。报告赵跟委员，苏委员提到这三点都有纳入在执行了。那刚刚柯委员提到，就是说其实最重要还是去准备那个环境跟那个营造那个生态系，那这个就是我努力的目标了。我努力的目标，所以我们来提报告，我们都很愿意。没了，专案报告。这也是我们努力。我也觉得只有辅导补助是不行的啦，只有补助辅导金是绝对不够的。好，那报告之前，就像你刚刚有主要性跟行政院讨论，报告之前是不是跟我们目前几家其实是。都有。好，那各位委员支持这个预算的话，我们第三幕然后就整幕的冻结十分之一专案报告，就如刚刚电影事业产业的福祉一样，好不好？好 ，OK。好，来第四幕流行音乐产业辅导。我也加入黄伯书，我们减列5000万，你加入他？22G啊，我们加入42G啊。对，统统一样，好不好？来，流行音乐产业辅导，我们蒋委员提议哦，是不是就也冻结十分之一专案报告？那这个专案报告就是如同我们大家建议的影视音啊，哈，这个一起做，还有包括的新形态的 OTT 产业哈，做一个专案报告。这个专案报告必须要纳入我们的。补助机制的检讨，还有改变，还有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方向。那我们的政策在于建制更优质、更好的一个产业环境哦，来培育人才等等啦，好不好？好了，第四幕也动十分之一专案报告。来，主决议437。437有一个这个建议的文字啊，就是倒数第三行啊，可研拟协助业者加强与平台合作。有跟陈委员讲，陈学生委员同意。有跟陈学生委员沟通吗 ？OK 哈，好，那就照文字修正通过。来438，苏小慧委员的。438遵照办理。照案通过。来439。439遵照办理。照案通过。440是不是能够建请苏委员哦？倒数第四行近年来这里删掉啊，然后接原建请，影视局与教育部研议于大专校院针对编剧企划相关人才提出跨界培育计划。好，那就照文字修正通过。来441。遵照办理，那就照案通过。442，遵照办理，照案通过。来，各位，我们还有一个主决议哦，刚刚好要请大家也在同意哦。417，317啦。
317案哦，刚刚郑天才跟陈学圣、柯志恩、蒋乃馨委员的提案哦，那郑天才委员跟陈学圣委员再一次的建议，有一些文字的修正，我再念一下哈、哦。文化部好像有跟他们沟通了哈，同意了哈。那在最后倒数第三段哦，检讨开始后面划掉，应该说改变为修正文字为协助国内外拍片需求与华东地区在地民间影视基地进行资源连结，以发挥在地优势。哦，这样子文字修正通过317案哦。还没处理完啊，临时天等一下。来来，我们现在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谢谢。传艺中心的加油啊！谢谢。传艺的预算，我愿意交掉。好，站一下没关系。我马上给他接。来，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哦，它的税入有柯志恩委员提案的规费收入要增列。没关系，他在整体是。可是柯委员，我要请求你的同意哦，因为你的是规费收入跟其他收入，你是分两个。没有，我就一起五。规费只有50,000了，没有办法增加。OK， 好，那这两个就是增列500,000。好，好 ，OK， 好，那我们443案就是增列500,000。就一起啊。一起了。就两个一起啊，一起啊，自己去来。对啊，来税出的部分哦，来一般行政有黄国书委员跟吴志扬委员。那就在其他收入嘛，因为不然就在其他收入里面增列500,000呐、啊。好了，好来一般行政黄国书委员跟吴志扬委员，黄国书委员不在现场，来吴志扬委员。我们柯委员或者是蒋委员要帮他说明一下吗？他这个应该也是针对那个派遣人力吧？好了。对，他那是派遣人力的问题啦，应该都是临时人员的问题啦。蒋委员建议的。好。好，那我们这个吴志扬委员的这个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的这个提案呢，主要在检讨派遣人力临时人员编制的问题哦。那我们就统一在文化部本部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这个检讨报告里面一并检讨哦。那我们预算就照列。好，接着传统艺术中心的业务第二目有446-450，我们一起讨论好不好？还是其他这边都不见。来，柯志恩委员，我们是把传艺跟台艺，你稍微给我分隔一下好不好？你的传艺中心都在宜兰嘛，对不对？然后呢，现在好像传艺中心在台北也有个办公室嘛，戏曲，所以呢。所以嘛，我们现在比较，我们其实当初传艺中心的部分，其实也有考量到文化平权的这个部分，希望在宜兰的这个层面上面可以达到，让我们这个后山的居民也可以享受到这个文化的一个熏陶嘛。可是现在目前为止，好像你除了把这些所谓的一些，你现在是交给统一还是对不起全联？那目前为止呢，还是跟他们继续合作吗？刚签约。对，现在是刚签约到全联的这个部分嘛。那个我上任前招标吧，就是今年才刚年初上半年，因为他才上任一个月，你就叫他过来这个地方，没问题了。所以他很熟了。对，吴主任，因为以前长期他在学界都是在关心这个部分，我了解，所以我很多。那个，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就是说你扣掉这个委外的不算的话，台艺中心的正式营运之后，传艺中心有多少人留在台北？还有你的台艺中心是多少？我可不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个部分？我纯粹只是要凸显，
不要是因为这个不会这样到台北。好，谢谢柯委员，谢谢。那个因为宜兰的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那边虽然在之前已经做了 ROT 就是促餐过去了，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力里边其实大部分都还是留在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这个地方，对，在宜兰。那只有一组人呢，只有一个组，那个组叫做聚发组，那边有两个科，现在目前是在那个地方的，所以整个在台北的还都在宜兰，包括我们的组技，包括人事，这些都还在宜兰，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至于说ROT 出去以后，现在我们也正在跟全联来讨论，就是说我们原来的那个行政大楼，我们希望能够有一层呢回到我们来。回来，这个现在目前都在。我可以把你这两个部分，特别传中心你的人力的配置一份的书面给我，好不好？我还是要需要知道，因为你要知道我所强调的部分就是，非常多的这个部分里面，有一些的也特别强调，就是因为你已经把很多的重点又转移回到这个台北，让当初你所设计的初衷是被某种程度是受到一些的影响的，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需要你这个部分的人力的配置，我们上次严格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就请提供一个详细的书面资料给柯委员，尤其针对柯委员所关心的你宜兰本部跟台北的一个人力配置的一个内容，好不好？好，好，没有问题，谢谢。那吴思耀委员，空气稀薄，站起来讲。我想问一下，主任您是刚到任嘛，对不对？一个月嘛，吴主任嘛，刚从方主任手上接到嘛。那国乐团是属于我们，那新任的国乐团团长叫刘慧刘丽珍，今天有来吗？他今天没有来。今天不是也在审国乐团的预算吗？是，但是因为今天那个国乐团正好在做那个指挥的比赛。他有没有请假？你有没有跟委员会请假？因为我问题要问他，因为我也不认识他，我想要认识一下。委员，我可以回答。你可以回答是不是？今天是主持什么的比赛啊？就是中港两地的那个国乐团的那个指挥的比赛。对，没关系，我是新科立委了哈。其实我过去在台北市 TSO 也发生过音乐总监的一些聆聘的问题。我到中央来，我会发现，哎，好像中央的国乐团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们现在的音乐总监到底是公开征选还是直接委任、直接聘任，是哪一种状态？现在吗？还是过去？是现在。现在是那个现在目前是严对，严惠昌严指挥也是严总监。是他是在刚之前的时候，之前那个是应该是用公开的方式，公开征选的方式，用公开征选的方式。过什么时候开始改？他在之前了，现在已经是第五年了。好，第五年了，这样子的合约到前几天，那个刚好某个媒体做了一个专题，我想你们也知道，我觉得非常遗憾。好，台湾这个温以仁先生的事件，过去爆发了，因为这个甄选的风风雨雨，可是我觉得个人的事情，他现在官司在处理，事实上也都定验。我们当初国乐团有人去不实爆料，质疑他的学历，法院也给了他平反。事实上平反了，他的学历经由奥地利办事处确认，他就等同于博士学位。这件事情衍生出来的是什么？我说我很痛心，我过去在台北市议会，我看到 TSO 的甄选也有这种黑函来黑函去。我们这个好几年前的事，他现在在考律师，因为他为了自己官司的平反。好，那旧制度论制度，旧制度论制度，到底我们给我一个资料，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案子的过程，还有你们的检讨报告。我跟部长报告，部长可能也，嘿，部长听我说一下好了，我想要知道制度上的检讨跟改革是什么。过去曾经是当初请温先来的时候，本来是直接聘他来，
一年后马上要改公开甄选，他都 OK。 当初甄选的条件也没有学历这项，后来又加了要学历这一项，又发生有人去对外不实爆料他的学历造假，事后看过来，这都是一团疑云，一团内一团。好，那该惩处的人没有惩处，爆料的人后来国赔到底是谁赔？国赔谁赔？国赔本来判要赔，国赔你们有没有编预算赔？没有，我们是跟当事人。后来当事人留犯罪的人，犯就是做不实爆料的人，他自己刘宝秀女士嘛，他自己要赔40万嘛，对，已经赔了嘛。那内部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团员这样的行径，对于自己的前团员做这样子的不实的攻击，我们有任何惩处吗？之前其实是件来麦克风 okay, 不好意思，鲍委，那个之前的话，在这个事件爆发了以后，有一些检举信函等等进来，法院在判之前，我们已经对刘宝秀老师，就是这个团员，他的处理模式，我们就觉得有问题，所以有召开了人评会去讨论，已经有给他寄了一个寄过去申诫嘛，是申诫，对，寄了一个申诫去惩处他，然后事后因为这个案子总共大概告了大概有4个到5个之间，那基本上本来温子辉求偿是1000多万，后来就变50变40，好，那个都漏漏等不用讲。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就依照国赔的方式哈，就跟刘宝秀本人在索赔。那刘宝秀也提出了异议，是认为说他赔应该哈，他告输了，但是这个罪已经被罚了，就不应该一罪有两罚，就是说之前也被行政惩处，现在国赔他也赔了，所以目前公部门的行政程序是处理到这样。那因为司法案件还有一庭还在处理，所以我们会等到整个都完备了以后，会去再走下去。那个，我跟部长可不可以做一个要求好吗？部长，因为我们的主任也换了，团长也换了。那但是对于这个案，我是一个新科的立委，我觉得当中有很多我们管理层面的问题，我们制度缺失的问题。我在这边不针对任何人，我说我过去看到 TSO 的经验，我不愿意现在台湾国乐团又有这样子的状况。就针对我们的音乐总监他的聆聘的制度，我希望是一个正面的制度化的检讨，所以我需要两个部分的报告。第一个，针对温艺人这样一个案子，我觉得是台湾的遗憾，一个台湾在国际上乐团的台湾之光，因为内部的一个这样不实的爆料，毁了他的人生，毁了不是他个人的人生，是台湾在国际乐坛的一个巨星，这是台湾人的损失。所以针对这整个案子的检讨，内部的调查，我要一份完整的报告。就我所知，并没有很严谨的一个调查过程。那我希望，我也信任你们，你们刚上任，我希望主任跟新任团长可以去把这个事情做一个检讨，给我个检讨报告，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们到底国乐团的你的这个音乐总监跟团长的职责，其实每个乐团都碰到同样的问题，团长音乐总监要 combine 或是怎么样，以及好，那就以音乐总监来讲，你的甄选制度过去如何，现在改了，为什么改？你给我一个，也是针对这个制度面的改良做一个报告。所以这两件事，两个报告，一个是检讨这个案子，该调查就调查；第二个部分，新的制度以后不得再有这种。你在甄选的过程资格讲清楚，从来没有要学历的，突然要一个学历，人家的学历也没有造假，被你们内部人说他造假，一个人的人生毁了，台湾的乐坛之光毁了。我觉得是大家共同很痛心，我两个部分的报告，而且我也希望立军部长可以去多了解这件事，错杀了一个年轻乐团的优秀的指挥家。好，委员，我想这个，我不知道今天团长没有来，有跟委员会请假吗？没有，那个委员这样子，我想那个是真的是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了、那现在这个艺术总监他到明年就106年，他的那个整个的预约就结束了，所以他结束了之后，接着下来，当然我们又有面临这个。那我们现在初步的构想，会把团长、
艺术总监、指挥三个分开来，把这个责任分得清楚。那也就是在我们下一次在做这个遴聘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这种分野。这也就像刚才委员所说的，没错，台湾的乐团里面常常就是艺术总监兼指挥，这样子呢，破坏了整个团体的那个的，没错。所以我们会把这个三个部分，团长负责行政，那整个乐团的走向由艺术总监来策划，然后交给指挥在每一场的音乐会里面来做指挥就好了，好，就是责任把它分清楚来。那我想遴聘的制度，对，遴聘制度，制度啊，因为这遴聘的制度过去确实是有两种，一种是希望能够公开甄选，但是公开甄选现在问台湾的所有的这些学者专家，他们都很希望直接遴聘，所以这里面呢就出现两种声音，各有优势，各有优缺点。没关系，那你就把这个书面报告两份书面报告尽快提供给我们，会把这个委员会发生到后来我们现在处理的方式里面把它写清楚来交给委员。好，来，谢谢柯志恩委员。我刚刚还是要问一下我刚刚那个部分，我刚刚说传艺中心那个宜兰那个传艺中心啊，现在你们现在把大部分东西搬到现在台戏中心去是不是？没有，你说人员吗？还是包括很多？我现在比较质疑的就是等整个的传艺中心你现在全部把它委外嘛，像好像你们那个行政大楼本身也是委外，对不对？我们现在只是强调如果这些，然后好像你们现在只停留到一个图书馆你们目前的很多的典藏也都不对外开放了，所以我只是强调就是说传艺中心这里面当初所做的是要做一个传承的这个部分，你现在只剩下一个部分摆在那个地方全部委外，然后呢就好像一些很最精神的一些人才的培养一些的部分目前为止并没有在实施这个部分，这是我刚刚所没有特别问清楚了，所以我刚刚只问说是不是把一些很多大部分的一个整个部分已经摆到台戏中心去了。跟各位委员报告说没错，这几天我们看到那个邱坤良校长写了三四篇来哈，对，是是是是，其实现在的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当然在新的 ROT 出去了以后并没有像外界所说的这样子说整个都完全那个只剩下一个图书馆，并不是。那事实上是当然那个行政大楼确实是过去是按照这个合约里边是委外出去了，因为那个当然是我们如果从整体来看，当然因为15年下来了以后里面很多东西需要维修需要那个，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现在重新的回头来检视，我回来以后检视这个合约里面其实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大表演厅啊小表演厅其实都还在我们的手上，并没有那个里面还有一栋的那个宿舍也没有说委外出去，没有，还在我们这里。好，那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邱前校长所提出来，这不是只有他所关切的，大家还是会非常关心这个传艺，当我还是强调刚刚所说的设立初衷嘛，你现在全部因为经营的关系然后把大部分的部分变成好像是全部只剩下一个壳，然后把一个嘴大的枢纽完全往到台戏，针对他这个质疑不是只有他部分，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份更完整的一个说明，还有包括我刚刚所说的人力的配置，我只要避免这样的状况发生 好不好，你就要做一个很更完整的一个说明，好，给书记，我们要好好的监督一下。请各位委员支持哦，我们传艺中心的这个预算。只有他，那我们预算就照列，但是刚刚吴委员、柯委员各位委员所要求的书面报告，请尽速而且详实的来送交本委员会委员哦。好，那我们第二幕的预算就照列，来。接下来就是国立台湾美术馆，在处理台湾美术馆之前哦，我们刚刚蒋乃馨委员跟各位委员有提了一个主决议，来，我直接蒋委员哦，跟提案人是蒋委员乃馨，联署人有苏巧慧委员、张廖万坚委员、何新纯委员、柯志恩委员哦，那也包含吴思耀委员，因为这个是一个正面的哦，希望能够帮文化部争取预算哦。主决议的内容是关于公共建设计划自偿率之订定，考量文化部相关文教设施内容多具高度公共性、教育性及文化性。有别一般公共建设计划之性质，建议行政院应检讨文化类别之计划自偿率已超过
10%为上限。是，没有了。已不超过。来来，你先听我讲完了，还没啦。我们原来的文字是建议行政院应检讨文化类别之计划自偿率，已不超过10%为上限。这是原来的文字哦，也是我们本委员会大家共同的心声跟提案。所以现在好来，所以现在是不是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因为文化部有建议的文字了啊、哦，听看看的哈、哦。文化部的建议是把最后那一句话，划掉，就以不超过10%为上限划掉。建议哦，计划自偿率由文化部评估设定后报行政院核定呐、啊。来，部长要不要说明一下？这是他的建议，我们还可以再修。因为报告委员就是说，因为我们这边基本上公共建设计划最后都还是要经行政院核定了哈。那因为其实每一个管所它自偿率的设定会不一，所以我是建议说，不一定要拉一个标准上，而是说由文化部来评估啊，然后我给让行政院给我们这样的弹性。那是不是要把那个自偿率的弹性要写进去啊？就是我因为原则上因为现在是行政院都是30啦哈，其实这个当然对我们是很好，但是可能其实我是建议说，是不是有人可以考量，不一定要有一个数字，但是我们一定，因为我们既然要争取这个弹性，就是会在它的30%以下。好，就是有一个让他有一个一定要坚持，可是这样的话，责任全部在文化部身上。对呀，原则是 OK 了，为原则是没有问题。你不超过10%为原则嘛？这样的话，对啦。不是姐姐，你这个直接后面改两个字，改原则。没有，你们部长的文化部这个啊，要留着啊，要留着啊。他还是会有超过其他这个，对，就是原则啦。而且这是我们立法院教文委员会的一个主决议啦。来，我再念一次哦，请大家再听一下好不好？关于公共建设计划自偿率之订定，考量文化部相关文教设施内容多具高度公共性、教育性及文化性，有别一般公共建设计划之性质，建议行政院应检讨文化类别之计划自偿率，由文化部评估设定后报行政院核定逗号，以不超过10%为原则。好，建议两个字拿掉。好，那建议两个字拿掉好不好？好，那我后面增加的包括部长建议修正文字跟后面的加一句以不超过10%为原则。 OK， 好，那就这样子修正通过。好好，谢谢大家哈，这个大家一致支持哦，文化预算一定要支持哦。来，接着来国美馆、国立台湾美术馆，来税入的部分有柯志恩委员，杂项收入的部分要求增列200万。有问题吗？来，馆长在这里，肖馆长。好，来来来来，麦克风，麦克风。对，你们要需要多少吗？我觉得应该是还是要有一点压力吧。100万啊。对不起，我们能不能比照那个传艺中心也是一样减半？不一样，减半呐、啊，减半、啊。对，就100万呐、啊。增列100。对，减半。好。好，4512哦，我们杂项收入就增列100万哦。好，谢谢。来，再来税出。税出的部分，第一幕黄国书委员，伊无伫现场啦吼，所以我们业务费用就是照列哦。来第二幕哦，美术馆业务内容里面有453、454，柯志恩委员跟吴志扬委员，柯委员来，先让柯委员发表一下啦。对啦，对对对，尊重一下。冻结，好吧，我可以要求冻结，你负责报告好不好？好了，刚没有在这里讲。
动一千万？哎，十分之一，好不好？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来，馆长说明一下。因为这个案子哈，本来是价值产值化的4000多万，然后是挪到那个文化品牌。那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就是我们数位化的展览的经费，等于就是说以现在来讲的话，我们从传统的那个现代美术馆，然后进入到当代，我们有一个数位艺术方舟，那所有的展览其实就是这一块的钱，那都每一个钱都是真的实际上用掉的。动少一点啦，动少一点要多少？规划可能会影响其。动一千五了，好不好？好了，好，书面那个好吧，好，书面报告而已啦，比十分之一还少，也要谢谢柯委员的啦哈。尊重委员，尊重委员。冻结1500万加书面报告。好，那454吴志扬委员这个案子就在那个整体的文化部要求对全球布局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报告里面一并来提出就好，那预算就不处理，支持照列。好，好，接下来公益中心。公益中心，我的说明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价值应用的发展的成效非常的不佳嘛，对不对？我们提出一些的数据嘛，所以我才认为说应该做一些简略的动作啊，对不对？好，你可以提出说明。来，请说明。好，赵伟啊，各位立委哈。我们那个这个案子哈，是三个方向啊，一个是公益推广，一个是公益科技计划，一个是公益增值计划。那那个您所列的哈，这个部分我要特别来向那个委员来报告哈。在2011年跟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它大幅成长到那个1500多亿哈，那是因为连续2年金价的上涨。那那个我们有在那个文创的那个统计报表里头很清楚哈，在2012年的时候金价，大跌，其实是它最主要它整个下滑的最主要的因素。有没有其他可以要补充说明或讲得更清楚的地方？那此外呢，那个我们行交通路的建立，那在提到了，其实103年哈，进驻保罗时代村，一共进驻了半个多月，我们发现说在那边的营运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在这两年呢，我们有那个行交通路已经在星光三月跟远东百货公司啊，都分别。我说你这边有写了，对，加速是有成长的。对，加速成长啊，事实上那个这两年的金额，那个又拉回来了，又成长回来了。是。好，来说小慧委员。公益中心说句话啦，因为其实像我们在英哥这边哦，就很需要这个单位的协助啊。这几年哦，已经从7亿哦，一直减到现在剩2亿哦。上次委员还咨询说不够，钱是。因为我们对我们那边哦，真的是。但是我们还是蛮认真在做的。好，所以就支持照例了。加速是有成长的啦，产业的加速是有成长。所以，好，那好了，柯委员很 nice 的，他很支持的、啊、哈，是谢谢，所以我们公益中心的案子哦，预算都照列，好、哦，谢谢各位委员支持，好，谢谢委员，谢谢赵委。来，国立台湾博物馆，巴士有问题吗？应该很简单的吧。博物馆来，博物馆，台湾博物馆来，税入跟税出一起讨论了哈。好 ，OK， 好，来，那柯志恩委员要求增列80万，就照提案哈、哦，增列80万，458案，来，接下来459460哦，一般行政，好，就是我的460哈、哦，那我想这个地方呢，就是台博的这个租金问题，我想这也是一个老问题了，那甚至是其实不只是部长应该知道啦，就连我们今天主秘啊等等啊，大家其实对这个问题应该都非常知道，这个管用不合一，大家的痛苦哦。所以虽然后面有提出报告说这个是台北市政府哈、哦、没有办不同意，但我还是很想知道，尤其是在这个场合，那不晓得文化部打算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问题不只是租金的部分而已啊，事实上他借着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的博物馆的营运状态，说白了就是有时候也是很为难我们嘛，那我们的教育推广活动啊等等啊，其实有时候就
就过他地不给我用的话，那我的活动是要怎么办呢？那或者是要是哪个地方协调不好，他突然就给我涨租金，这也不是没发生过的事情啊。那我的预算就完全受到排挤了，所以这就是受制于人的状况嘛。好，那这样子，我是觉得文化部，我们一定专案跟台北市政府好好协调，那好不好？最好是，当然是有期程啦，哈，这个是加速啊，因为这个真的，我们要趁着文化部现在就这么有冲劲，对不对？谢谢苏委员关心跟提醒我，我尽速来协调。好，那文化部就请尊重这个苏委员的提议哦，好好赶快去做。那预算支持，那柯委员。我的说明里面说得很清楚嘛，你看到105年9月20号的时候，你们的预算1亿3200万完全没有执行，是全数未执行，好不好？所以你们表示就是说你们没有完全照计划核定，而且就开始编列预算，所以让你们现在的巨额的预算完全没有办法执行嘛。所以这个部分嘛，你必须要说明一下。改善了，有改善，我们请新任馆长说明。所以我们才会说，才会提出冻结的这个部分嘛。是，跟委员报告哈，那。我们这个是属于历史三期，那目前已经院里面已经通过了，那我们目前已经竣工了，那所以我们执行率可以达到96.35%。下次就可以了，包围他主要是因为他是延续性计划，他已经施工已经三年了，而且我们这个得到工程会的金质奖优等奖。这样是哪部分一定会问你说，是还没有按照计划核定就开始先编列预算，然后保持这个样子，不是。对不是包围，我会了，麦克风，我会了，对吧？一定是，没有我的刚刚是说啊，我会了，是不是这样？这个一定要以后一定就可以，我们写的时候就要把这个。所以这表示乃公支持，所以他先行离开了。包委员，他这个台铁道部哦，包委员铁道部的修复，那剩下三个人应该好好鼓励一下。包委员，因为我担任立委的时候，我有去视察哈，铁道部的修复是真的做得不错，他是有得金质奖。的修复的工程啦，但是他之前那个执行力是因为行政程序的问题，所以不是同仁执行的问题。那现在克服了以后，现在的执行状况都很好。程序是不是请各有我有啦，其实台博真的做得很好啦。我想蒋委员大家都把关得很严格啦，行政程序我都是依照委员的期待在进行的，所以你看那个台北机场也都核定了。对啦，就请部长好好去真的，其实台博是所有博物馆里面真的是做得很活泼的，真的教育功能做得很好。好，那如果各位支持我们预算就照列哦，谢谢各位支持。来，各位委员来，有一个临时提案，请先不要放松，来。等一下来临时提案呐。还有几决？主角都处理完了哦。来，有一个临时提案哦，这个陈学正委员提的，那柯志恩委员、吴志扬委员、蒋乃馨委员联署哦，有关彰化县哦，李栋才宅、大新凤梨商事会社、吴恒秋石油壳牌会社代理店、杜习圭故居，应有拆除之危机。建请文化部文资局先至现场勘查了解，如必要时采取紧急措施，将之列为暂定古迹。来，文化部 OK 吧？建请而已啦。这应该 OK 啦。能不能加几个字？如必要时，这个。采取紧急措施，依文资法相关规定啊，当然啦、啊。好，因为你要有一个列为什么，还是要依文资法的程序，不是文化部逾越文资法，好不好？我知道，依文资法相关程序，因为一定要有人提才能够列为暂定古迹啊。好，来，我再讲一次啊、哦，来，那哦。我们文化部有建议的文字修正为最后一行哦，采取紧急措施，依文资法相关程序，将之列为暂定古迹。啊，当然啦、啊，当然 OK。其实陈学圣委员的提案其实也就是在提啊。其实这就是提案的啊。是啊，啊，你用这个依文资法相关程序来暂定，对不对？好，那我们就照文字修正通过，好，那报告委员会来。
我们文化部及国家表演艺术中心预算审查结果免予宣读，授权议事人员整理作为决议列入记录。关于文化部主管预算案审查作如下决议：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文化部及所属单位预算案全部审查完竣。106年度行政法人国家表演艺术中心预算案全部审查完竣，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何召集委员新存补充说明，对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那我们刚刚也有处理一案临时提案的了哈，已经也有照文字修正通过。各提案如有委员要补签，请议事人员详细登载在议事录。报告委员会，今天议程处理完毕，现在散会，谢谢各位。张伟英明呢？来来委婉，你现在教育部吗？现在教育部，还有中医院，啊，还有中医院，这里不容易啊。张伟英，张伟英怎么样？没有，可见你们报到多了，在就顺便没有了。有始有终，有始有终，有始有终。刚刚有看到一些就是谈论，都没有了。好啊，那就两个。我让我加，我去打。没有三什么了哈。对对 ，OK， 耶、yeah, ，加油。没下，没下了。张廖伟就跟上大家。安武文化预算，大部分都是冻结案，加油！冻结而已，只有前一点，反正也要报告。谢谢张伟，张伟。哎呦，走吧。OK， 今天晚上去你们公司谈台大校长，上节目啊，有话什么好说？什么东西啊？有话好说，有话有什么好说的？没什么好说的。哎，你们两个昨天坐在一起，无聊到。